第八百零一章宣扬战果。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畜生还不多谢土行王大人！这一刻，刘老面色转喜，于是赶忙用力踹了一脚金袍老七。多谢土行王大人，多谢土行王大人。而金袍老七则是赶忙磕头拜谢，看他那个样子，似乎真的知错了一般。至于玄霄超他们，也都是聪明人。 尽管很痛恨叛变之事，但连土行王都这么说了，他们自然也不能多说什么，干脆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毕竟，如今的残夜魔宗四分五裂，本就一盘散沙，极不团结。他们如今应该齐心协力，而不是继续内战。而解决了金袍老七的事情后，土行王则是得意一笑，道：“走吧，是时候向世人宣布我残夜魔宗此战的战果了。”他说话之间。 特意回头看了一眼楚风以及楚风手中的王兵，这一刻他的笑意更浓了，因为他很期待，当世人看到慕容寻的王兵落到楚风的手中后会是怎样的表情。于是，在土行王的带领下，楚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罪恶峡谷的地表之上。此战，残叶魔宗也损失了不少弟兄，两千余名高手，死亡了接近五百人，负伤的也有千余人。 但是此刻，无论是身负重伤的，还是身负轻伤的，只要是还有一口气在的，他们都笔直的站立在天际之上，一展残叶魔宗的雄威。而此刻，围观之人皆在，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惊叹之色，那看向残叶魔宗高手的目光中充满了敬畏。因为此战，他们亲眼目睹全过程。虽然在地底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但他们却看到第八仙带着慕容寻。 与慕容婉慌忙逃走，置诛仙群岛高手于不顾，这才导致诛仙群岛此次派来的千余高手几乎全军覆灭。这场战斗很激烈，不仅有五军强者的拼命对决，还有武王强者的巅峰交手，可谓让在场之人大饱眼福。但是，他们也真正见识到了残叶魔宗的强大，参到底有多强大？强大到了将如今东方海域公认的霸主诛仙群岛都给击败了的地步。 不管之前人们如何猜测残叶魔宗与诛仙群岛的实力孰强孰弱，但是今日残叶魔宗却用事实告诉了世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尽管如今的残叶魔宗已然四分五裂，但若是他们重整旗鼓，那么依旧天下无敌。快看，是土行王，土行王他们出来了！突然有人惊呼一声，因为他们看到土行王等人自地底之中飞掠了出来。 最终站在了残叶魔宗大军的最前方。果然如我猜测一般，残叶魔宗果然还有高手。原来在地底深处还有着十名五军巅峰的强者，应该就是他们将第九仙给收拾掉了吧？当看到金袍十兄弟后，有人便猜测出为何第九仙离开后便一直没有再出来的原因。你们快看，那与玄霄超、幽童寒、扶风明三位天才行走在一起的年轻人是谁？ 他手中拿着的那把银色长枪，竟与慕容寻的那件王兵一模一样。然而，当有人发现楚风，并且发现楚风手中的银色长枪之后，却顿时震惊的难以自理。我的天啊，那不是无情吗？缥缈先锋一战成名，如今被誉为绝世奇才的无情啊，他怎么与残叶魔宗走在了一起？难道说他也是残叶魔宗的人？很快的，就有人认出了。 楚风乃是无情，他便是无情。竟然这么年轻，看他那模样，应该只是二十出头而已吧。听说此子不仅战力逆天，虽然现在只是二品五军，但是五品五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与他缔结契约的乃是修罗灵界的界灵。哼，此子不仅天赋过人，战力超群，更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当日我亲眼见到诛仙群岛的二仙之子战风。 因为纠缠无情的朋友春武，所以被无情给硬生生的废掉了。当认出无情后，人们更是吃惊不已。有些人开始宣扬起楚风的光荣事迹。我的天啊，竟然真的，一模一样！莫非那是慕容寻的王兵？然而，更为引人关注的，自然还是楚风手中的那件银色长枪。不可能，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是威势却决然不同。这无情手中的银色长枪。 简直就像一把普通的兵器一般。莫说王斌那君临天下的威势，简直连骑兵都不如。但很快的，便有人发现，楚风手中的银色长枪根本不具备慕容寻那把王斌的威势。对对对，肯定是假的！王斌怎么可能这么寻常？再说了，慕容寻的王斌又怎会跑到他的手中？听得这样一说，几乎大部分人都认为楚风手中的王兵乃是假的。 诸位，感谢你们不远万里来看这场好戏。也许今日一战，也许与你们期待的有些不同，但我知道今日一战绝对比你们期待的还要精彩。就在这时，土行王开口了，他面带微笑，环顾众人，很是得意的道：“不得不承认，今日一战，我残叶魔宗损失惨重，共有四百八十六名弟兄牺牲，而受伤的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每名弟兄的身上……” 都有或轻或重的伤势，他们都为了捍卫残叶魔宗的荣誉而倾洒了自己的鲜血。但是我们胜了，我残叶魔宗的弟兄用他们的鲜血，甚至性命捍卫住了我残叶魔宗的领地，捍卫住了我残叶魔宗的荣誉，将诛仙群岛这群痴心妄想想要霸占我残叶魔宗领地的狗们打得溃不成军，将他诛仙群岛千余高手全部斩杀。 就连第九仙也死在我残叶魔宗的手中，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知道，想要与我残叶魔宗为敌，会付出怎样的代价。甚至，就连那嚣张无比的少岛主慕容寻，也只能依靠着第八仙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将他救出此地。相信这一切，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就是我残叶魔宗，不管是谁敢犯我残叶魔宗者，都将付出血的代价。土行王的这番话。 说的激情盎然，并且将残叶魔宗说成了正义之师，将诛仙群岛说成了唯利是图的狗。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更是侧面的告诉了所有人：第八仙虽然逃脱，但实际上他已经注定要死去。本章完。第八百零二章：王兵认主。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什么？第八仙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才突然产生那样的变化吗？难怪，难怪第八仙突然会变得那么强，原来是燃烧性命在战斗。这样说来，诛仙群岛此次安然离开的，不就只有慕容寻与慕容婉这对兄妹了吗？第八仙注定也因此战注定要陨落。天哪，不敢想象，此次战役，诛仙群岛不仅损失了千余五军高手，更是损失了第八仙与第九仙，这才是真正的惨重代价、啊 果不其然，听得土星王的这番话后，人们更是大吃一惊。千余名五军高手，这虽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对于如日中天的诛仙群岛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可第八仙与第九仙就不同了，九仙号称诛仙群岛最强战力，乃是诛仙群岛真正的九位大将。此次竟然损失两位，这才是真正的损失惨重。虽说我与诛仙群岛势不两立，但是不得不说，今日一战。 一人之死，却并非我所愿。那便是诛仙群岛九仙之首的孙女亚菲。土行王故作同情，一脸惋惜的道：“亚菲，东方海域三大美女之一的亚菲。她也死了？对啊，亚菲和慕容婉一同进入的地下，但是却没有看她出来。难道说她真的死了？不是吧，亚菲竟然弄死了？这也太可惜了吧，那样一个美女。” 听得亚菲已死，在场之人皆是吃惊不已，连连感到惋惜。毕竟亚菲是那样一个大美女，就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可毕竟她活着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死了着实可惜。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亚菲之死是我残叶魔宗所为，但实际上你们错了。真正杀死亚菲的人，并非我残叶魔宗之人，而是亚菲的未婚夫——诛仙群岛的少岛主慕容寻。 土星王再度说道：“什么？慕容寻是他杀死了亚飞？这怎么可能？慕容寻怎么会杀死亚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听得此话，人群更是瞬间炸开了锅，感觉这个消息是这般的不可思议。也许你们感觉这很难以置信，但若你们看到了慕容寻那丧心病狂的一面，就一定会知道，这所谓的东方海域第一天才。” 究竟是一个怎样冷血无情的人？亚飞姑娘的确是他所杀，甚至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至于为何，那是因为他发现了亚飞对其不忠，所以才会狠下毒手。但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因为他的王兵被无情小友给夺了下来。诛仙群岛的第六件王兵，如今已经不属于诛仙群岛，而属于无情小友。土行王说话之间，看向了楚风手中的银色长枪。 不会吧！无情手中的银色长枪，竟真的是慕容寻的那件王兵，是无情从慕容寻手中得来的？这怎么可能？二人的修为差距那么大，无情怎么可能从慕容寻的手中夺得王兵？所有人目瞪口呆，感觉是这样不真实。我知道，你们也许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个倒也可以理解，因为你们见识过这王兵在慕容寻手中的时候那种强大的威势。 可是此刻在无情小友手中却并没有那种威势。但是你们一定不知道，王斌是具有智慧的。在没有认主之前，王斌有时候会故意隐藏自己的气息。这种时候，在平常人来看，他简直就像一块普通的废铁，毫无价值。唯有真正的高手才能看出他的本质。而当王斌认主之后，王斌会不同程度的将自己的力量托付给主人。 会根据主人的实力强弱而变得或强或弱。实际上，王兵认主一般只存在于武王强者之间或武王之上，因为非武王者很难驾驭王兵的力量，也根本不配使用王兵，自然得不到王兵的认可。但也有两种可能可以使得王兵认主于弱于自己之人。第一种是强迫型的，由武王高手运用压迫性的手段进行辅助，从而让王兵屈服于。 他不愿屈服之人，实际上，慕容寻就是这一种，因为我能够看出来，他根本没有真正的得到王斌的认可，王斌只是逼不得已效忠他而已。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想得到王斌之人天赋极为优越，哪怕他没有踏入武王境，但也会得到王斌的认可。而我觉得，无情小友就是这种天赋极为优越之人，因为他是我东方海域。 如今公认的绝世奇才，他不仅战力逆天，更是东方海域唯一一位与修罗灵界缔结契约的界灵师。他的天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对是我东方海域最强的天才。哪怕是花谷子家那位天赐神体，也未必能与他争锋。尽管无情小友如今的修为不如慕容寻，但这只是因为他修武的时间还短。我相信，若是他到了慕容寻这个年龄， 他的修为绝对是慕容寻只能仰望却一生都无法到达的高度。土行王激情盎然的讲述着：“是啊，无情如今年纪还小，若是真的到了慕容寻这个年纪，肯定会更为逆天才对。”而听得土行王的话后，在场之人也是连连点头。看到众人的反应，土行王也很是满意。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笑着对楚风道：“无情小友，我相信你知道。” 该怎么征服这件王兵？不如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展示一下吧，也好让在场的诸位开开眼界，让他们见识一下王兵认主之时的威势究竟为何模样。嗯，楚风点了点头。当他手握王兵的那一刻，就知道该如何确定这件王兵是否愿意认主于自己。很简单，将自己的气息融入其中便可。但是，这是有危险的。 王兵这么强，而楚风如今修为这么弱，若是他认主于楚风，等于是屈就自己。因为王兵再强，也会因为主人的强弱而产生变化。这把王兵若是在现在落入楚风手中，尽管会使得楚风战力大增，但根本无法发挥出王兵真正的威力。所以，若是王兵认可楚风，楚风定能从王兵中获得些许好处。但是相反。 若是王冰不认可楚风，那么将会遭到反噬，甚至是毙命。至少这把王冰拥有取走楚风性命的能力。可是楚风如此自信，连风魔剑都认可了他，他又岂会怕这件王冰不认主于他？于是乎，楚风在无数人的注视之下，单手提着银色长枪，将其高高举起。只见其意念一动，一缕气息便灌入那王冰之中。轰！刹那间。 天昏地暗，狂风四起，乌云滚滚翻腾，闪电闪烁舞动。这方天地只在一瞬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这一刻，所有人的身影都被淹没了，唯一能够看到的，便唯有那踏空而立、手举王兵的楚风。这一刻，仿佛这片天地已被主宰，而楚风便是这里的主宰，此处的王者。本章完。第八百零三章：臣服于主。 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天雷滚滚，乌云弥漫，除了楚风所在的位置以及电闪雷鸣时激起的光束外，这片天地一片昏暗。王斌的威势一展无余，这股威势好强，简直比慕容寻亮出王斌的时候还要强上数倍不止。究竟这是王斌真实的威力，还是这王斌真如土行王所说，真心认主于楚风，所以才会这般？ 这样的变化使得围观之人惊叹不已。嗡！然而就在这时，那弥漫天地的威势竟猛然收缩，以楚风为中心点，如漩涡一般向楚风的身体灌输而来。当那威势进入楚风体内之际，楚风顿时长发乱舞，双眼闪现出道道雷芒，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最主要的是，那银色长枪之上的符咒。 开始一层又一层的闪烁不断，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此刻那银色长枪已与楚风人兵相连，并且正在向楚风的体内灌输极为强大的能量。这感觉，感受着那次王兵而涌入体内的变化，哪怕楚风也是眼前一亮，因为在这种能量的灌输下，楚风的气息竟然开始急速攀升。此刻运用了三重雷霆的楚风，乃是二品五军。 但是很快的，他便突破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楚风的气息已是踏入了三品五军的地步。而当楚风踏入三品五军的之后，那种能量也开始减缓。最终，乌云消散，雷霆退去，这片天地也是恢复了先前的模样。但是在场之人却是目瞪口呆，一个个张大嘴巴，被深深的惊呆了。他们都能感觉到，此刻楚风手中的王兵与先前完全不同。 那种王兵独有的威势再度出现，虽然因为楚风的修为还并非顶尖的缘故，此刻这王兵的威势并没有慕容寻那般强势，可人们却又一种怪异的感觉，那就是这王兵在楚风的手中似乎更为乖巧听话，对于楚风似乎只有绝对的服从。事实上，此刻就连土行王的眼中也是充满了震惊之色，尽管他早就猜到这件王兵会认主于楚风。 但却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说道：“竟然是传说中的臣服于主，真的是臣服于主吗？”听得此话，柳老也是忍不住惊呼一声，苍老的脸上满是震惊之容。“大哥，臣服于主是什么意思、啊？”金袍几兄弟一同问道。“是啊，柳前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情的修为竟然通过王斌得到了增强。” 玄霄超等人也是开口。事实上，此时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明白“臣服于主”是何意，就连楚风自己也不明白。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凝聚在了土行王和刘老的身上。王兵具有智慧，哪怕认主，也只是合作关系，无非是将自己的力量借主人使用，然后又以主人的力量滋润自己罢了。这是最为常见的认主方法。 但还有一种认主方法较为特别，这种方法便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王斌甘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这个主人，从今以后就唯有这一个主人，与主人同生共死。若主人不幸陨落，那王斌也会瞬息崩碎。这种认主方法极为罕见，被称为臣服于主，因为自那一刻起，王斌不再是天地间的王者，而是臣服于主人的忠臣。然而。 能够让王斌认主的人已是不多见，必须是实力极为强横、天赋极为优越者才可。至于能够让王斌做到臣服于主者，那在东方海域的史记之中，自古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土星王凝重的道：“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自古以来都没有人能够让王斌臣服于主。那么，那么那无情手中的那把王兵，可是真的臣服于主？” 若是真的，那他岂不是东方海域有史以来唯一一名让王兵甘愿臣服一生的人？听得此话，人群之中再度掀起来一场轩然大波。不仅是那些围观之人，就连残夜魔宗的众高手，此刻都将目光紧紧的锁定土行王身上，等待着土行王的答案。臣服于主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王兵会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分给主人，以表臣服的决心。 无情小友的修为在瞬间突破，这已经证明了一切。土星王道，天哪！这样说来，这件王兵岂不是真的臣服于无情了？厉害，太厉害了！真不愧是绝世奇才。这无情的潜力到底有多巨大？他的天赋到底强大了何种地步？得到确认之后，人们顿时沸腾了，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 并且在他们的目光之中，充满了炙热的光芒和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惊叹。事到如今，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起楚风这位年轻人，因为楚风似乎比传闻的还要厉害。不仅与修罗灵界的界灵缔结契约，如今还让王斌对其臣服。很多传说中的事都被他做到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楚风的天赋真的到达了难以估量的地步。这位年轻人若是能够成长起来， 日后绝对是东方海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臣服于我吗？银龙枪，你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不过你放心，我也绝对不会辜负于你，我会让你知道，你跟对了主人。握着手中的银龙枪，楚风也是欣喜的笑了笑。银龙枪是这件王兵的名字，在成功认主的那一刻，楚风便得知了他的名字，并且楚风得知的不仅是银龙枪的名字。 还有银龙枪的力量，银龙枪很强，是一把标准的王兵。尽管如今的楚风根本无法发挥出这件王兵真正的力量，但是有他在手，再加上此刻这三品五军的修为，哪怕对手是六品五军，楚风也是能够一战。就算不敌，但也能够全身而退。因为王兵与骑兵和半城王兵一样，是以兵增力。当握住王兵的那一刻，那么其主人的整体战力都会因为王兵。 而得到极大的提升。本章完，第八百零四章：诚挚邀请。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在宣扬过自己的战果，让世人知道诛仙群岛惨败，且让他们见识到楚风的强大天赋后，土行王便将围观之人驱散出了罪恶峡谷。而他们也是将罪恶峡谷那封锁结界再度开启，因为已经知道开启方法。 所以再度开启，这对于他们来说倒也不难。至于那封魔剑，先不说有这封锁结界封锁，根本就没有人能靠近。就算有人能够靠近，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将它带走。所以土星王等人也不担心，因为他们很清楚这封魔剑有多厉害。无情小友，诛仙群岛此次惨败，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相信很快就会派来大军。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处吧。检查过大阵。 发现并无漏洞，已经全面开启后，土行王对楚风道：“嗯。”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跟随土行王、金袍十兄弟，还有玄霄超等人一同离开。至于残叶魔宗的其他弟兄，则是隐藏身份，跟随那数万名前来凑热闹的人一同离开了。在所有人都离去后，这罪恶峡谷安静的有些诡异，能够听到的唯有呼呼风声，死寂一片。 有些渗人，然而就在这时，在那结界外的虚空突然一阵蠕动，随后竟有两道身影浮现而出。这是两名女子，一位是衣着得体、品貌端庄的中年女子，而另一位则是样貌甜美的年轻女子。这二人皆来自缥缈仙峰，年轻的乃是春舞，而那中年的便是缥缈仙峰的守护者，东方海域最顶级的大人物——缥缈仙姑。 此刻，缥缈仙姑踏空而立，手中托着一个残破的泥土罐子，正用那凌厉的双目注视着楚风等人离去的方向。许久后，才开口道：“楚风的天赋超乎我的想象，难怪，难怪。”师尊就这样让楚风和残叶魔宗那些人走了，不用跟着他吗？”春无有些担心的道：“他并不了解残叶魔宗的人，所以不太放心楚风。”“不必。” 残叶魔宗的人虽然做事有些不择手段，但却很讲道义。他们不会抢楚风的王兵，更不会对楚风不利。毕竟此次楚风帮了他们大忙，可以说是楚风救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他们感恩还来不及，怎么会对楚风下毒手？缥缈仙姑道：“可是师尊，之前在地宫的时候，您不是说，若是楚风将那封魔剑拔出，土行王一定会杀了楚风吗？”春武道。 缥缈仙姑淡淡一笑，随后道：“那封魔剑对残叶魔宗来说非同小可。我可是曾听说，残叶魔宗的宗主死去之前曾经说过，谁能拔出封魔剑，残叶魔宗便由谁统领。可是残叶魔宗莫说有人能够拔出封魔剑，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靠近封魔剑。若是楚风真的拔出封魔剑，那岂不是说残叶魔宗要由这样一个他们都不熟悉的毛头小子统领？” 莫说四大护法不服，就算残叶魔宗的散落各方的弟子也皆不服。土行王身为残叶魔宗的高层，肯定知道此事。所以，楚风若是拔出封魔剑，那么为了残叶魔宗的安定，他一定会杀了楚风，因为他不会让残叶魔宗被一个外人掌管。毕竟，对于残叶魔宗的人来说，唯有四大护法才具备掌管残叶魔宗的资格。缥缈仙姑解释道。 但是楚风毕竟得到了封魔剑的庇护，已经做到了他们无法做到的事。难道他不会为了残叶魔宗的安宁而除掉后患，现在就杀掉楚风吗？春武还是不太放心。我说了，残叶魔宗的人做事很讲道义，只要不触犯他们的禁忌，楚风就一定不会有事。而楚风也很聪明，没有去触碰那道禁忌，所以残叶魔宗的人不但不会杀他。 应该还会拉拢他才对，毕竟残叶魔宗的人不是傻子。楚风这样一个天才，换作是谁都想拉拢。缥缈仙姑解释道：“弟子明白了。”听到这里，春武才算安心。不过看着缥缈仙姑手上的残破土罐，他又是柳眉轻挑，很是不解的问道：“其实弟子有一件事还很不明白，师尊您为何要暗中出手救下他呢？留着他也许有大用。” 缥缈仙姑的嘴角掀起一抹高深莫测的笑容，说话之间也是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残破土罐。这土罐从表面看很是普通，甚至破旧不堪，但是内部却闪烁着无数道耀眼的符咒。那符咒相互辉映，形成了数道强大的阵法。而在这阵法的最中心，竟有着一道完好无损的神石，安详地躺卧其中。对于缥缈仙姑与春舞的存在。 莫说楚风，就连土行王都没有丝毫察觉，所以在封锁罪恶峡谷后，他们便安心的离开了此处。在穿越死亡石林后，他们又行走了几万里路，这才在一个山脉中落脚。其实以他们的修为，倒也不急着休息，只是土行王有事要与楚风商谈。落脚后，刘老又特意命老八、老九前去找些食物，待得食物找回之时，已是深夜。 不过老八老九找的很是齐全，不但有酒有菜，更是有素有肉。此刻虽已夜深，但是十几人坐在山峰之巅，借着夜色饮酒食肉，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生死大战之后，这样的生活倒也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无情小友，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你可否愿意？突然，土行王笑着看向了楚风，而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不由放下了手中的酒碗，齐刷刷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前辈。有事请讲，只要我无情能够做到，定然不会拒绝。楚风笑着应道：“无情小有天赋了得，乃是东方海域罕见的奇才。老夫想代表残叶魔宗，邀请你加入我们，不知你可愿意？”土行王诚挚的说道。且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渴望，但却也有一丝担忧。 他是害怕，害怕楚风拒绝。毕竟楚风是这样难得的天才，所有人都知道楚风日后将有不可限量的作为。就算楚风拒绝自己，这也是情理之中。事实上，不只是土行王担心，刘老、玄霄超、扶风明、幽童寒，几乎在场的所有残叶魔宗之人都很担心，因为他们都希望楚风能够加入残叶魔宗。本章完。 第八百零五章整合魔宗。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对于土行王的邀请，楚风早有预料，再加上他拜秋残风为师的那天起，就已将自己当做是残叶魔宗的人，所以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楚风很是爽快的应道：“残叶魔宗高手如云，乃是东方海域第一宗门，能够加入残叶魔宗，是晚辈的荣幸。” 感谢前辈的厚爱，还来不及，怎会拒绝？哈哈，好，好，好！我残叶魔宗能得到无情小友这样的人物，日后定会更加强盛。年轻一辈有你们，我们这群老家伙们也就都放心了啊！哈哈哈,哈！见楚风应下，土行王高兴的不得了，那一张老脸笑得跟包子似的。且他说话之间，还看向了玄霄超、幽童寒以及扶风明。 目光中尽是欣慰之色，就如他所说，有这些后辈在，他也不再担心残叶魔宗后继无人。无情兄弟，欢迎你的加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玄霄超举起酒碗，对楚风敬了一碗酒。与此同时，幽童寒以及扶风明三人也皆是与楚风干了一碗，可见他三人对楚风没有丝毫的嫉妒，反而是发自内心的欢迎，这是非常难得的。 无情兄弟，素闻你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师尊，不知你那位师尊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调教出你这样优秀的弟子？扶风明好期待问道。扶风明师兄，并非我有意隐瞒，只是师尊有命在身，不得说出他的姓名，所以还望师兄见谅。楚风淡淡的笑道。四大护法并不友好，甚至是彼此为大敌，而楚风对扶风明等人又没有完全信任。 所以自然不会告诉他们自己就是秋残风的弟子。况且秋残风也明确的交代过，除了傅连生，否则不要告诉残叶魔宗任何人他的下落。在这个问题上，楚风必须谨慎行之。哈哈，无妨，无妨，这本来就是你的秘密吗？幽童寒爽朗的笑道。而福风明就是眉头微皱，随后又道：“嗯，师命大于天。” 这倒可以理解，不过如今无情兄弟既然加入了我残叶魔宗，我倒希望你能坦诚相待。不知无情兄弟的真实姓名叫做什么？是啊，无情兄弟，你到底叫什么？别说你真的叫无情。听得此话，幽童寒等人也是好奇的看向楚风。对于这种渴望的目光，楚风斟酌,酌一番，倒也并未隐瞒，道：“无情的确并非我真实姓名，我叫做楚风。” 楚风，好名字，好名字、啊。楚风兄弟，你放心，你隐藏姓名定有难言之隐，我们一定不会将你真实姓名说出去的。在得知楚风的姓名后，符风明以及土星王等人倒也没有再多问什么，而是与楚风闲聊起来。到的后来，土星王等老辈人物都去休息，只剩下了楚风、玄霄超、符风明和幽童寒四位年轻一辈。 闲聊许久，越聊越投缘。楚风不但觉得他们三个不错，他们三个也很欣赏楚风。他们四个更是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借着酒力，楚风也开始表露自己对四大护法的敬仰之情，以借机会得知傅连生的下落。扶风明大哥，我对傅连生前辈的敬仰，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能够见傅连生前辈一面。 乃是我楚风毕生的夙愿，不知扶风明大哥能否向傅连生前辈引荐一下我楚风？看向扶风明道，这个而听得此话，扶风明则是眉头微皱，一脑门子的黑线，看似非常为难。哎，楚风兄弟，我们不想骗你，我们身为三大护法的弟子，别人不知道我们师尊在哪，我们能不知道吗？可是我们三个的师尊性格都非常古怪。 他们明令禁止，不得向任何人告诉他们的下落，不管是谁，谁都不行。所以不是符风明不相信你，不愿意带你去见傅连生前辈，是他真的不敢啊。见状，幽童寒与玄霄超一同帮着解释道：“原来是这样，符风明大哥，小弟不知情，多有冒犯，你就当我没说过算了。”楚风看得出来，他们不像在欺骗自己，但还是故意表现出。 一脸的失望，楚风兄弟，你也不用失望。如今残叶魔宗重新整合迫在眉睫，我师尊迟早是要再度出山的，而你如今又是我残叶魔宗的成员，迟早都能够见到我师尊。符风明开口道：“重新整合残叶魔宗。”楚风不由一愣：“嗯，我们此次故意设套，吸引诛仙群岛的人来以对付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如今。” 残叶魔宗四分五裂，但诛仙群岛却是我们为最大的威胁。暗中寻找我残叶魔宗高手的下落，然后进行灭杀。他们是想在无形中将我残叶魔宗这个隐患除掉。我残叶魔宗若再不反抗，那可就真是危在旦夕了。而这件事情，我们的师尊也都知晓。我们三个此次一同出世，其实是受师尊之意。他们因为身份超然，所以暂时不会轻易露面。 但是我们三个却能代表他们三位。你看，这是护法令，我们就是要靠这这个将残叶魔宗重新整合。扶风明说话之间拿出了一块特殊的令牌，而幽童寒与玄霄超也各自拿出了一块。但是残叶魔宗分裂已久，你们准备怎么做？楚风好奇的问道。诛仙群岛是我们为大敌，早就开始对我残叶魔宗弟兄进行灭杀，但是因为。 他们都在悄悄进行，导致我残夜魔宗的很多弟兄并不知情。反而过了十几年的与世无争，他们已经习惯了眼下的安逸生活。眼下，我们就是要把残夜魔宗推上与诛仙群岛势不两立的关口，让那些已经习惯了安逸生活的残夜魔宗之人有危机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快的回归残夜魔宗。福风明解释道：“那现在进行的顺利吗？”楚风一句话。 问到了关键的地方，扶风明三人彼此互看一眼，皆是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若是我们师尊出面，倒还好说，毕竟他们德高望重，是残叶魔宗所有人都敬仰的存在。但是换做我们，就太难了。我们三个毕竟修为太弱，威望也几乎没有，就算手持师尊的令牌，也很难说服那些老古董们。此次土行王前辈本来也是拒绝的，所以我们根本没奢望他能来。他的出现。” 倒是意外的惊喜，不过这一次在罪恶峡谷大败诛仙群岛，我们倒是开了一个好头，并且已经与诛仙群岛树立了敌对关系，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弟兄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而这全都托楚风兄弟你的福啊！这一次能够胜，你是最大的功臣。说到此处，幽童寒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不免多了一分感激。本章完，第八百零六章。 子家有变，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三位大哥过奖了，此次能共击败诛仙群岛，还是你们计划的周全，我不过是出了绵薄之力而已。楚风略感惭愧的道：“哈哈，楚风兄弟，你实在太谦虚了。”玄霄超哈哈一笑，随后又道：“整合残叶魔宗，不能急于求成，还需从长计议。” 咱们还要慢慢来，待的时机成熟，三位师尊出面之时，那个时候才是让世人见识到我残叶魔宗真正实力的时候。对对对，咱们三个不就是做个预热罢了，真正的好戏还是要看四大护法的。扶风明也是赞同的，点头。哎，只是不知道秋残风前辈如今身在何处？幽童寒突然道：“秋残风前辈肯定还在东方海域。” 只要咱们闹出一定的动静，他老人家一定会知道。那个时候，他也自然会出山的。扶风明也是笑道：“没错，秋残风前辈乃是四大护法之首，对残叶魔宗更是忠心耿耿。在残叶魔宗生死存亡之际，他肯定会出手的。”玄霄超也是开口道：“而从他们三位天才的态度上，楚风能够看出，不管他们三位的师尊怎么看待秋残风，但至少他们三个。” 还是很尊敬枯残风的。来来来，关于重整残叶魔宗的事先不说了，我给你们说件有趣的事。突然，幽童寒一脸神秘的笑道：“韩兄，你又有什么有趣的事了？别卖关子，快点说！”玄霄超催促道。慕容寻有两个未婚妻，一个是亚飞，另一个是谁？我想你们都知道吧。”幽童寒笑嘻嘻的道。而听得此话。 楚风顿时内心一动，因为他下意识的猜到，幽童寒要说的事可能与紫菱有关。当然知道，那不就是花谷子家的那位天赐神体吗？我记得这个天赐神体很神秘，出生没多久就消失了。不过最近又突然出现在了子家，以前叫做子雨儿，现在叫做紫菱。我还听说，这位传说中的天赐神体，如今在修武上的作为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弱，与普通人没有两样。 所以，如今很多人都猜测，现在出现在子家的这个子灵并不是真正的天赐神体，很有可能，真正的天赐神体在出生的时候就秘密的被接进了诛仙群岛，一直在接受培养，而如今出现在子家的紫灵不过是个替代品而已。扶风明说完这番话后，又问道：“韩兄，莫非你有新的发现？嘿，那紫灵是不是真正的天赐神体？我不知道。” 不过我来此的路上，刚好路过子家，所以出于好奇，便潜入了子家，想看看那慕容寻的另一个未婚妻到底长成什么模样，是否配得上三大美女之名。幽童寒笑嘻嘻的道：“韩兄，那紫菱到底长成怎么样？比之亚飞如何？”玄霄超与扶风明皆是一脸的好奇。美，非常的美，不是亚飞能够比的。说真的。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姑娘，连画中的女子都不如她，就如传说中的仙女一样。幽童含一脸的回味，说话之间还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既然那么美，那你就没学习一下楚风兄弟，把他那个喽？玄霄超无耻的笑道：“嘿，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有这个想法。不过那丫头毕竟与亚飞不同，人家一看就是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不管咱如何看不惯慕容寻，但不能无缘无故的玷污了人家。幽童寒笑嘻嘻的道：“幽童寒大哥，那你到底在子家发现了什么趣事？”楚风迫不及待的问道，他实在很关心子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子林可是他最牵挂的人之一。嘿，马上就是重点。我去的时候，子家正在闹内讧呢。子家家主与子林的父母斗成一团，似乎是因为子林的父母。 不想将紫菱嫁给慕容寻了，但是自己家主不同意，所以不放他们走。幽童寒道：“哦，竟有这种事情，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听得此话，玄霄超等人也都来了兴趣。具体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子家家主把紫菱的父母还有紫菱全都关了起来。幽童寒道：“那后来呢？”楚风追问道：“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急着赶路，所以没有细听。只是那紫玲的父母突然就不想将紫菱嫁给慕容寻了，这的确是件趣事，说不定可以凭借这点，咱们日后能够在慕容寻的大婚之日上做点文章。幽童寒一脸的坏笑，嗯，若真是这样，的确可以做做文章。不过距离他们二人的大婚之日似乎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知道那个时候诛仙群岛的还存不存在。扶风明道。 对于此事，傅风明三人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紫菱的生死都与他们无关。就如同幽童寒所说一般，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一件趣事，听一听，乐一乐，也就过去了，没有人会太过在意。可是楚风就完全不同了。那紫菱是什么人？可是楚风的未婚妻，楚风为什么找傅连生？为什么要救秋残风？归根结底。 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想要救紫菱，所以得知此事后，楚风顿时心乱如麻，于是赶忙问道：“幽童寒大哥，你真的潜入了子家？难道说诛仙群岛没有派高手驻扎在子家吗？”“应该没有吧，至少我去的时候没发现诛仙群岛的高手。”幽童寒道。虽说如今的诛仙群岛也算是高手如云，但是随着他们势力的扩大。 也渐渐多出了很多重要的领地，而那些重要的领地都需要顶级的强者镇守，所以他们不可能派太多高手去保护子家。至少武王级别的强者不会去保护子家，毕竟诛仙群岛的武王说到底只有那么几个而已，不可能浪费这样的强大战力去看守一个小小的子家。毕竟说到底，那也只是一个未婚妻罢了。”扶风明分析说道。唉“哎。” 楚风兄弟，你为何对子家之事这么感兴趣？该不会你想将慕容寻的另一个未婚妻也给拿下吧？玄霄超一脸坏笑的道。与此同时，福风明以及幽童寒二人也是一脸坏笑的看向了楚风，显然他们对于楚风拿下亚妃以及慕容婉之事记忆犹新。本章完，第八百零七章解救紫菱。小说《修罗武神》，作者。 善良的蜜蜂，三位大哥，你们可真能开玩笑！我与那紫菱姑娘没有任何恩怨，怎么可能对她不利？我也不过是好奇罢了。楚风很是尴尬的摇了摇头，但是他的内心却是颇为震荡。之前他一直觉得紫菱很可能被接入了诛仙群岛，就算没有被接入诛仙群岛，那么子家也肯定有着大批高手看守才对。而听幽童涵这样一说， 如今紫菱不但在子家之中，并且也没有太强的高手保护，至少没有比幽瞳寒强的人才对，不然幽瞳寒也不能那般的来去自如。所以楚风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既然诛仙群岛根本没派顶级高手在子家，那么楚风就必须要去子家一趟。他准备将紫菱解救出来。若真的能将紫菱解救出来，那在楚风心中一块最沉重的石头也就能够粉碎了。 这一夜，他们逗留在这山脉休息，聊了许久。但因为各有各的事情急着处理，所以次日清晨便准备分道扬镳。无情小友，既然你已经答应加入我残叶魔宗，那么我就必须在你身上留下我残叶魔宗的印记。这样不但方便日后与其他弟兄也好相认，我也能够通过印记寻找到你。临分别前，土行王开口道：“嗯。” 楚风对此早有准备，所有二话不说便褪去了自己的衣服，将那健硕的后背展现在了土行王的面前。他知道土行王是准备将那特殊的印记打入他的体内，既然已经加入残叶魔宗，他自然就不会抗拒这种事。而土行王也不犹豫，掌心摆动，便开始布置阵法。这是一座磅礴的结界阵法，融入了极强的金色结界，并且在土行王的勾绘之下。 形成了一道残月的标志，而楚风也发现了一个细节：土行王还在这阵法之中写下了楚风的名字，这将是独一无二的标识。和<呵>最终，土行王暴喝一声，那大阵便浮空而起，在耀眼的光芒下缓缓融合，最终不但形态缩小数倍，更是化为了黑色，开始在土行王的引导下引入楚风的后背之中。嗡，然而。 就在那残夜魔宗的残月印记刚刚融入楚风后背，准备与楚风的丹田相连之际，楚风的丹田内却是传来一阵波动，这使得土星王的神色微微一变，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却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向楚风的体内融合而去。轰！可是就在那印记准备融入丹田之时，楚风的体内便猛然传来一声巨响，而在这巨响传来之际。 就连土行王辛苦凝聚的残月印记，也是瞬息爆炸开来，被彻底粉碎。就连土行王这位武王强者，也是不由得倒退数步，脸色瞬息变得苍白起来，甚至就连其身体都在颤抖。土行王大人，你没事吧？见到这一幕，刘老等人也皆是神情大变，赶忙凑了过来，搀扶住了土行王。而土行王则是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他并没事。 但是随后却又看向楚风，道：“无情小友，你的丹田内有着一种奇异的力量，它抗拒我将残月印记融入其中，那究竟是什么？”回前辈，我也不清楚。”楚风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见状，土星王似乎猜到了，这可能是楚风的一个秘密。既然楚风不愿多说，他也不再多问，而是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将这个收着吧。” 记住，随身携带，不要放在乾坤袋内。这样一来，若有事情，我们可以联系到你。土行王说话之间，取出一块令牌，他在这令牌是刻画了一道独特的印记，随后才将这道令牌递给了楚风。这道令牌为黑色，上面不仅刻画着残叶魔宗的标志，同样被刻画了独一无二的印记。只要将这令牌放在身上，无论楚风身在何处，都能够被土行王被追踪到。 多谢土行王前辈，接过令牌，楚风并未放入乾坤袋，而是揣入了怀中，因为他知道土行王不会害他，这是日后与残叶魔宗联系的关键信物。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吧。日后若有事情，我会派想办法通知你们。土行王道：“那我就先告辞了。”玄霄超急着向其师尊汇报战况，率先离去，紧随其后，幽童寒。 以及扶风明也分别告辞，各位前辈，晚辈告辞。而楚风心中惦念紫灵，所以他也没有久留，对着土行王以及金袍十兄弟抱了抱拳，便身形一纵，快速离开。土行王大人，无情小友的身体有何不同吗？竟然连我残叶魔宗的印记都无法融入其中。在楚风离开后，刘老好奇的问道：“的确不同，丹田内有着一股力量。” 抗拒着我凝聚的印记，只是一瞬间就被粉碎了。土行王回道：“那是何种东西？竟然那么厉害？”刘老继续问道：“不知道，总之很强。”这一刻，土行王苍老的眼眸闪烁其怪异的光芒。当他回想起那自楚风体内的力量席卷而出之际，他的眼中竟涌现出一抹浓郁的恐惧。对于土行王与刘老的交谈，楚风自然听不到。 得知紫菱竟被子家家主囚禁，且子家似乎没有诛仙群岛的高手守护，楚风马不停蹄地向子家赶去。而经过一段日夜不停歇的赶路后，楚风终于来到了花谷子家。所谓花谷子家，不是没有来历的。花谷实际上乃是一座山谷，面积不是很大，但山谷内却满是颜色各异的鲜花，因此而成名。但实际上，在东方海域，如同这样的花谷有很多，所以。 真正让花谷成名的还是子家，而真正让子家成名的便是十几年前紫菱的降生。天赐神体降生之时会产生独有的异象，当年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异象，并且最终由诛仙群岛确定这异象之后，真的有一位神体降世，并且这个神体也成为了他诛仙群岛的未来儿媳妇。尽管那个时候的诛仙群岛还未彻底统一东方海域，但实际上已经展露出他的强大一面。 所以，所有人都觉得子家将自此崛起。毕竟，抛开天赐神体这传说中的体质不谈，单单有诛仙群岛庇护，子家就注定要变得强大。本章完。第八百零八章：灭你全家。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事实上，也的确如人们所预料一般，诛仙群岛给予了子家很大的帮助。 这使得子家迅速崛起，从以前一个连半个五军都没有的小家族，变得五军越来越多，甚至年轻一代也是渐渐出现了许多五军级人物的大家族。如今的子家不但成为了强盛的大家族，甚至还超越了一些拥有传承血脉的家族。而在外人眼中，子家能有今天，靠的全是诛仙群岛。相比于这么多年默默无闻、没有什么作为的天赐神体。 人们羡慕的乃是子家能够得到诛仙群岛的帮助，但是却没人知道，诛仙群岛在暗中对紫菱所做的事情。他们真正看重的，实际上乃是紫菱那天赐的神力。他们并非真的迎娶紫菱，他们只不过想要紫菱做慕容寻的嫁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子家倒也的确昌盛，不仅是实力，最主要的还是名气。尤其是近来传闻，紫菱美貌出众。 可被列为东方海域三大美女之一，导致不少宾客前来拜访，想要一睹芳容。对于这些人的拜访，尽管子家会进行挑选，从而接待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但实际上却也不会让他们轻易的见到子灵。此刻，楚风站在子家之外，看着这座坐立在花谷中心、宾客往来不断、处处彰显着繁华与昌盛的子家，眼中有的却只有仇视。刷刷刷。刷 尽管子家守卫森严，并且高手如云，但是楚风想潜入其中，却也绝非难事。乌鸦进入其中，楚风挑选了一个身材与自己相差不多的族人结婚，随后换上他的衣服，将自己的面容变成了与他一样。改头换面之后，楚风便打探到了子家地牢的位置，并且通过一系列手段与谎言混入了其中。呃、哎、呀！饶了我，饶了我！ 我真的什么都说了啊！住手！子家地牢很大，这里面关着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正在安心休息，似被关押多年；有的正在接受审讯，承受皮肉之苦。但楚风对于这些人皆不关心。此刻他张开天眼，扩散出精神力，想要寻找到紫菱的线索。可是搜遍整座地牢，楚风都未曾看见紫菱的身影。可虽没有看见紫菱，楚风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一座精密封闭的地牢内，关押着一位年迈的老者。这位老者此刻衣着完整，但面容却略显憔悴，似乎有着不小的心事。而他正是紫菱的爷爷紫轩辕。轩辕的身上没有任何锁链，关押他的这座地牢也是与众不同，不但不破败，反而很精致，甚至可以。这件地牢已被硬生生的装饰成了一间奢华的房间。在这房间内，不但有着精致的床铺。 各种华丽的器具，甚至还有着各种美味和修炼资源，摆放其中供其享用。此刻，子轩辕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正在饮茶。如今他的修为也有所增进，乃是踏入了真正的天武巅峰。不过，在他的身前，则是围着几名青年男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子家之人，大部分都是天武境的修为。不过，其中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已经踏入了五君境。 是一位一品五军，老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家主让你劝子灵，你就去劝他便是，少在这里装大爷。你应该很清楚，若是不乖乖听话，你会是什么下场？其中一名青年很是不善的道：“身为子家后辈，可他对子轩辕不但没有一丝敬畏，反而像是看待一个囚犯一般。”劝？劝什么？劝子灵跳入火坑？ 好成全你们这群饭桶！紫轩辕抬起头，很是讽刺的看了他一眼。你听得此话，青年大怒，抬手便要对紫轩辕动手。住手！然而就在这时，那位实力在一品五军的青年却是开口了。他似是这群人的头头，所以他开口后，那几名男子也皆是退到一旁，不再说话。为首的男子向紫轩辕靠近了两步，虚伪的笑道。 袁山前辈，不管怎么说，慕容寻都是东方海域第一天才。多少人名门望族的天才小姐们想嫁给他，他都不愿意。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您老何必如此执拗呢？劝一劝紫菱吧，劝一劝他的父母，别让他们的固执而毁了咱们整个家族。哼！紫轩辕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便不再看他，而是继续饮杯中之茶。对于紫轩辕的态度。 那男子也不动怒，反而继续笑道：“事到如今，紫菱的神力要被慕容寻夺取，已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其实，别说是你们，就算是紫菱不愿意，那又能如何呢？三年之后，他的一切都是慕容寻的。与其奋死反抗，从而让整座子家跟着遭殃，还不如选择顺从，成全了子家的族人。我呸！真是不要脸！”紫轩辕大嘴一张。 一口黏糊糊的老年痰，便一口吐在了男子的脸上。老东西，你真是找死！见状，其他几名男子顿时大怒，说话间便挥手欲打。住手！然而那男子却是再度开口喝止。尽管如此，但是他的脸上却布满了浓郁的怒色，甚至眼中闪烁着浓烈的杀意。唰！突然，他探出手掌，一把抓住了紫轩园的衣襟。 恶狠狠的威胁道：“老东西，我爷爷是家主，我想杀你，谁都拦不住。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紫灵心中牵挂的那个废物叫做什么，如今在哪里，我便饶你一命。”哈哈，紫轩辕一阵大笑，随后以讽刺的目光看向青年男子，道：“想知道？问你爷爷去啊！怎么不去问？是你爷爷不敢告诉你吧？我相信你爷爷很清楚。” 我死了也许没什么，但若是紫菱死了，你们就全都要跟着死。而只要他出现什么三长两短，那么紫菱就一定不会苟活。所以连你爷爷都不敢动他，你居然妄想动他？你是活的不耐烦了吧？哼，你少吓唬我！你不说，我今日就打到你说。男子恼羞成怒，二话不说，大袖一甩，便将紫轩元摔倒在地，随后指着他大喝道。 打，给我往死里打！他话音刚落，那几名青年便围了上来，撸胳膊挽袖子的，便要对紫轩辕进行毫无人道的暴揍。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轰鸣突然响起，那以特殊材质打造并且赋予了紫色结界的地牢大门，竟在这一刻化成了粉碎。与此同时，一道陌生且充满了杀意的声音也是在门外响起：“谁敢碰他老人家一下？” 我便灭你们全家！本章完，第八百零九章暴揍子家狗。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子家众人大吃一惊。不过，当他们看清那缓缓走入地牢之内的稚嫩身影之后，却是不由来了底气，因为眼前的这名陌生人实在太稚嫩了，看那模样还远不到二十岁，应该刚刚过了少年的年纪而已。 你是何人？竟敢闯我子家地牢，不想活了不成？子家家主的孙子很是愤怒的指着楚风质问起来，说话之间还故意散发出自己那一品五军的气息，有意让楚风见识到他的强大。这……然而，当紫轩辕看到眼前这位后，却顿时面容大变，因为他一眼就认出这来者乃是楚风。这一刻，紫轩辕慌了，因为他知道子家的一些人。 有多想除掉楚风，楚风竟然来到此处，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可是他又不敢直呼楚风的名字，甚至不敢表现的他与楚风认识，只得暗中传音于楚风：“楚风，你怎么能来这里？快走！若是让子家家主知道你来到了子家，他一定不会让你安然离去，甚至会拿你来威胁子灵。”然而，令子轩辕倍感无奈的是。 楚风就如同听不见他说什么一样，根本就不理会他，反而是将那杀机肆意的目光扫向子家的几位年轻人。突然，手掌探出，一股狂暴的吸力便暴涌出。呃、哦、呀！只听一阵惊恐的尖叫响起，其中一名天武巅峰的青年便被楚风吸了过去。而在抓住他后，楚风手臂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那人的半个肩膀便被楚风硬生生的给撕扯了下去。 随后，楚风又一掌拍下，砰的一声，便将那人轰成了一片血雾。你，你找死！眼见着自己的同伴被杀，子家之人勃然大怒，其中两名青年爆发出自己那天武巅峰的力量，手握骑兵，毫不留情的便向楚风挥砍而去。砰砰！可是，对于他们的攻击，楚风根本不屑一顾，他站在原地，连动都不动一下。 待的那骑兵砍中他之际，竟然瞬息碎裂，而那对楚风出手之人也是口吐鲜血，被震成了内伤。见到这一幕，子家之人瞬息反应过来，眼前这位连二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人，哪里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这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哇！然而，当阵阵惨叫响起，子家之人亲眼见到楚风凭借一双如铁钳一般的手掌。 将那先前对他出手的两名青年大卸八块，又将他们的神识抓射而出，硬生生的炼化之后，瞬息吓得双腿发软，浑身颤抖。你、你、你、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无缘无故对我子家之人动手？难道你不知道我子家是受诛仙群岛庇护的吗？这一刻，子家家主的孙子也是吓得瑟瑟发抖。 只好抬出诛仙群岛这个庇护伞来吓唬楚风。尽管他是一名一品五军，但是此刻他已能够感受到楚风的气息，乃是三品五军。如此年纪，如此修为，他绝对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一步一步的逼近子家之人，将子家家主的孙子以及仅剩的几名子家青年逼得连连后退，最后一同龟缩在了地牢的墙角处，这才开口道：“你们不是一直想找我吗？怎么我来了？” 你们又怕了？找找你，这位小兄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们从来没找过你啊！子家家主的孙子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对，肯定是误会，兄弟，我们无冤无仇，你千万不要赶尽杀绝啊！与此同时，其余的几人也是赶忙解释：“轩辕前辈，还是您老告诉他们我是谁吧。”楚风将微眯的目光。 投向了紫轩辕，而事实上，此刻的紫轩辕也是站在原地，目若呆鸡，深深的被楚风楚风的实力所惊呆了。距离他们离开东方海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而已，那时的楚风还只是小小的玄武境，可是如今竟然连天武巅峰的强者在楚风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脆弱到了极点，甚至连那一品武君的子家家主孙子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说明什么？说明楚风的修为很可能已经跨越天武，踏入了五军境。他不得不承认，楚风的进步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大到完全超乎了自己的想象。这一刻，紫轩辕已经知道为何楚风这么胆大，敢闯到这里，并且不管他怎么劝，楚风都是不走。原来楚风已经有了一定的底气，至少能够轻而易举的对付这座地牢之内的人，所以他也不再过多的担心。 而是听从楚风的指示，对那子家几人说道：“你们不是想知道紫林心中牵挂的人是谁吗？我现在告诉你，那个人叫做楚风，而楚风现在就站在你们的面前。”“什么？你就是紫林的心上人？”听得此话，那几位子家之人顿时目瞪口呆，面如死灰，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楚风为何刚刚见面就对他们大打出手，因为他绝对有着足够的理由。 但是他们最为震惊的是，这个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放在眼中，甚至觉得随意就可抹杀之人，竟然这么强悍，不但主动来到了他子家，甚至还对他子家之人进行残杀。这一刻，他们似乎明白了为何紫灵会如此执着于此人，因为这个叫做楚风的男子的确很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恐怖。少侠饶命，少侠饶命！其实我们对你并无恶意。 我们只是想见识一下紫琳的心上人究竟是何模样而已。没错，紫琳毕竟是我们的妹妹，说到底你是我们未来的妹夫啊！我们做哥哥的自然想看一看我们未来的妹夫。正所谓闻名不如一见，今日一见，妹夫果然了得。紫菱妹妹真是好眼光，那慕容寻根本没法和你比啊！尽管已经知道楚风是谁，可是他们却也不愿这样丧命，于是赶忙跪倒在地。 不但向楚风磕头求饶，竟然还对楚风拍起马屁，就连那子家家主的孙子也不例外。但是已经见过他们的真实嘴脸，楚风岂会给他们机会？只见手掌猛然轰出，砰砰砰的几声闷响之后，眼前之人便皆是化成了血雾，唯有那子家家主的孙子活了下来。谢谢少侠饶命，谢谢少侠饶命。子家家主的孙子见楚风并未杀他。 还以为楚风是要饶他一命，闭嘴！谁曾想楚风猛然暴喝一声，随后一脚踹来。只听啊的一声惨叫，不但把他的下巴给踹成了粉碎，更是直接将他踹得昏死了过去，倒卧在了血泊之中。本章完，第八百一十章苦尽甘来。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在将这些人全部解决后，楚风才看向紫轩辕。 很是惭愧的道：“轩辕前辈，很是抱歉，我楚风来晚了。”哈哈，楚风，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来到了东方海域，且修为增长的竟然这么快。紫菱果然没有看错你，你小子的潜力可实在太巨大了。你早晚会超越那慕容寻，不仅九州大陆容不下你，这东方海域同样容不下你。而紫轩原本就很喜欢楚风，见到楚风能有如今的成就。 更是欣喜若狂，激动不已，打心眼里替楚风感到高兴，开心的不得了。轩辕前辈，我听说紫菱被关押了起来，可有此事？楚风问道。嗯，此事属实，不只是紫菱，如今紫菱的父母也被关了起来。紫轩辕点头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楚风问道。没什么，只是我回来后。 得知原来子家家主早就知道了诛仙群岛的诡计，他早就知道诛仙群岛不是真心要娶紫菱，而是为了紫菱那天赐的神力，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却选择隐瞒真相，连紫菱的父母也被他欺骗了。所以，我装作臣服，支持紫菱与慕容寻的婚事，在获得信任后布局设计，最终让子家家主说出实情，使得子家的很多人都知道了真相，也让紫菱的父母。 得知了真相，得知此事之后，紫菱的父母也是后悔不已。毕竟说到底，他们是爱紫菱的，所以便想带着紫菱逃走，但是却失败了。说到此处，紫轩辕满脸的惋惜。那么前辈，你可知道紫菱现在关在何处？对于紫菱的父母，楚风并不关心，他只关心紫菱。知道，他们被关在了子家家主的府邸之中。紫轩辕回道。 子家家主是何等修为？楚风问道。诛仙群岛给予子家的好处，子家家主随意挥霍，所以他受益最多。如今在子家，他的修为也最强，乃是六品五君。子轩辕道：“六品五君，那么子家可有诛仙群岛的高手守护？”楚风问道：“有，诛仙群岛一直有高手在子家内，不过却非常隐秘，我们都未曾见过。” 也不知道他的修为在什么境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诛仙群岛的高手实力肯定要在子家家主之上，因为诛仙群岛对于子家家主也根本信不过。紫轩元说道。得知这些情报后，楚风陷入了沉思。六品五军倒是不足为惧，以他如今的修为，若是拼尽全力，哪怕六品五军也是能够一战，所以他并不怕子家家主，但是。 诛仙群岛那隐藏在子家的高手，楚风却不能不顾忌，可是既然来到此处，楚风就不能空手而归，怎么也要试一试才行。唰！突然，楚风单手一抓，那昏倒在血泊中的子家家主孙子便被楚风抗在了肩头，随后对紫轩辕道：“轩辕前辈，劳烦您带下路。这”这紫轩辕不是傻子，他看得出楚风来此的目的。本来他想劝些什么。 但是想到楚风的倔强的个性，最终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默默带路。虽说表面上的子家之人根本没有谁能阻挡楚风，但是楚风因为顾忌那诛仙群岛隐藏的高手，所以他不准备闹出太大动静。在离开地牢时，楚风故意隐藏了现场，随后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潜入了子家家主的府邸。虽说子家家主的府邸内机关重重。 但是却被楚风一一破解，这小子的结界之术竟然这么高明，他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而一路走来，亲眼目睹楚风的种种手段后，紫轩辕对楚风更是刮目相看，越发猜不透楚风如今的实力。但是他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当年在九州大陆那个喜欢四处惹是生非，甚至他一个念头都能杀死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远远的。 将他甩在了身后，最终，楚风在紫轩辕的带路下，成功的来到了关押紫菱以及其父母的地方。这是一座建在地底深处的地宫，并且布置了无数防御结界，可以说寻常的五军也休想来到此处。不过，这却难不倒楚风。而当楚风打开那道赋予了结界的大门之际，一道久违的美丽身影也是再度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紫菱，这位楚风日思夜想的小美人。 如今风采依旧，那甜美的脸蛋、玲珑的身姿，以及那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气质，足以让天下间的所有女性黯然失色，所有男人为之疯狂。此刻的紫灵正与其父母交谈，根本没有想到楚风会出现在这里，还以为是子家家主又来拜访他，所以根本就没正眼看向楚风。紫灵，直到楚风忍不住自己那内心的激动情绪，破口而出。 呼唤出这个名字之后，紫菱那完美的娇躯顿时剧烈一颤，随后赶忙侧过头来，将那一双美眸看向了楚风。而当紫菱看到楚风之后，那双美眸顿时瞪得溜圆，那颤抖的睫毛和微张的小嘴，彰显着她此刻的吃惊。过了好一会他她才缓过神来，娇躯一纵，便直接来到了楚风的身前，一把扑入了楚风的怀中，紧紧的抱住楚风，不肯放手。 只是以那带有哭腔的声音不停的道：“是你吗？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不是梦吧？这不会是在做梦吧？”这一刻，楚风的内心又酸又甜，同样张开双臂，紧紧的将怀中的美人抱住，肯定的道：“紫菱，是我，是我来找你了。抱歉，我让你等了太久，让你受了太多委屈。不，没有多久，我也不委屈。子”紫菱抬头，抬起头来。 用那泛着泪光的双眸看了一眼楚风后，便再度将头埋在了楚风的怀中，并且那抱住楚风的手越来越紧，似乎生怕一放开楚风就不见了。不管子林的性格如何高傲，不管他对待其他人如何冷艳，但是此时此刻他在楚风的怀中就只是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楚风便是他的一切。父亲大人，此时此刻，子林的父母目瞪口呆。 他们对于楚风突然的到来感到不知所措。嘘，然而紫轩辕却示意他们不要说话，随后传音道：“让他们享受此刻吧，这两个娃娃过得太辛苦了。”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一章包围。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地宫之内，楚风与紫灵二人相拥，没有太多的话语，只是那样抱着，仿佛永远也抱不够一样。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竟然还不放手。这一刻，本来想给他们甜蜜时间的紫萱园也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开口道：“楚风，我们还是趁现在没被发现，快离开此处吧。”“是啊，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此处再说。”紫菱的父母也是开口劝道。在紫菱与楚风相拥的这段时间，紫萱园暗中传音，已经对他们讲述了他与楚风是如何来到此处。 紫菱的父母已是知道楚风是来解救他们的，尽管紫菱的父母也很不敢置信，楚风的修为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强大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当楚风的修为就这样摆在他们面前时，也容不得他们不信。轩辕前辈，实际上，我们早被发现了。楚风放开怀中的紫菱，淡淡的笑道：“什么？早被发现了？”听得此话。 莫说紫轩辕以及紫菱的父母，就连紫菱的小脸也是不由大变。从这地宫的第一道结界开始，只要破解，那布置结界之人就会察觉。所以，在我们进入此处之时，就已经被包围了。楚风说话之间，将目光投向身后，高声喝道：“出来吧，不要鬼鬼祟祟的了！”哈哈，有两下子，竟然发现我们了吗？而这一刻。 在地宫浩瀚的通道内，突然响起一阵苍老的笑声。与此同时，空间一阵蠕动，一道隐藏结界便缓缓开启。那里竟然有着数百道身影，男女老少皆有。其中有近百名武军高手，其余的也都是天武境，全部都是子家人。而为首的正是子家的家主子顶空。忘了和诸位介绍了，这个小子就是紫菱在九州大陆的那位相好，妄想着与慕容寻少岛主。 争抢紫菱的蠢货，子家家主嘴带微笑，向身后的众人解释道：“原来他就是那个臭小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凭他也配合慕容寻少爷争抢我们的紫菱？”听得子家家主的话后，子家众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是嘲讽起来。从他们那刻薄的嘴脸能够看出，他们不单单是子家家主的狗，还是慕容寻的狗。你们闭嘴，我只是楚风哥哥的。 慕容寻永远别想得到我！见众人竟羞辱楚风，紫菱顿时暴怒，指着众人呵斥起来：“紫菱，你千万不要执迷不悟，被这个小子给骗了。他何德何能，根本不配和你在一起。”“是啊，玲儿，你可要擦亮双眼，不要被他的虚伪所蒙蔽。你与慕容寻少岛主才是天生一对。”子家众人开口劝道，对待紫菱他们倒也客气。住口！ 不要将我与慕容寻搅在一起，我跟他绝对不可能。紫菱再度厉喝道：“那绝美的小脸上满是愤怒之色。唉”哎，紫菱，你还没有见过慕容寻少岛主，你若见到，就一定会知道，这个小子不过是平庸到不能再平庸的之人。在东方海域，像他这样的人简直数不胜数，唯有少岛主才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唯有少岛主才能配得上你，紫菱。 你不用担心，少岛主早就通知过我们，再过些时日，他处理过手头上的事情，就会前来探望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未婚夫有多优秀了。子家人如同听不懂紫菱的话一般，张口闭口的说着慕容寻的好。你们，紫菱气得柳眉倒竖，小脸通红。若是实力足够，她绝对会一掌拍死这群恶心的族人。紫菱，不用与这群畜生争辩。 这里交给我便好。终于，楚风开口了。而听得楚风的话后，紫菱也是乖巧的点了点头，向后退去，与自己的父母还有爷爷站在了一处。砰！突然，楚风猛然一脚落下，一脚便踩断了子家家主孙子的一条腿。啊！子家家主的孙子本来已经昏死，但是断腿之痛却让他顿时苏醒过来，先是一阵鬼哭狼嚎，直到看到子家的众人之后。 这才面容转喜，高声呼喊道：“父亲、娘亲、爷爷，快救我！”坤儿。而这一刻，一对中年夫妇则是面容大变，说话之间便向楚风冲了过来，想要救下子家家主的孙子子坤。而看他们那心疼的模样，多半就是这子坤的父母。你们再敢靠近，我就踩爆他的脑袋！然而楚风却没给他机会，还未待他们靠近。 一只脚已经落在了子坤的脸上，不要见到这一幕，子坤的父母赶忙止住身形，不敢再轻举妄动，而是将那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子家家主。啊，想拿我孙儿威胁我，从而带着子林逃走吗？相比于子坤的父母，子家家主却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孙儿，相反，在他的眼中还有着一抹不屑，那是丝毫未将楚风放在眼中的不屑。尽管楚风修为的变化。 也让他倍感吃惊，但是在他的眼中，楚风也根本谈不上威胁。你猜对了，想要保住你孙子的命，最好现在马上让开，否则我就把他的脑袋踩开。”楚风冷笑道。尽管此刻已被子家众高手包围，但是楚风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子家之人未将楚风放在眼中，可是楚风又何曾将他们放在眼中？哈哈，真是笑话。 就凭你这三品五军的修为，也想威胁我？突然，子家家主一阵冷笑，说话之间，他剑眉倒竖，一股无形的波动便自其体内暴涌而出。他出手了，只是意念转动之间，便将其六品五军独有的威压爆发而出，如无形的巨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楚风压迫而来。他这是出其不意，想要直接将楚风制服，从而解救自己的孙儿。但是，他却小看了楚风。 只见楚风冷哼一声，微微抬手，随意一挥，只听“轰”的一声，竟将子家家主的攻势瓦解。既然你想你孙子死，那我就成全了你。紧随其后，楚风那踩在子坤脑袋上的脚微微偏移，随后猛然用力，在一片血浆肆意指见那子坤的脑袋便被踩扁了一半。啊！这一刻，杀猪般的惨叫顿时子坤的口中响起。 回荡在整座地宫之中。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二章：越级之战。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楚风这一脚看似残忍，但实际上下脚的尺度刚刚好，可以说是将子坤的脑袋残踩烂了，但却还不至于让他毙命，至少肉身还能够修复。他就是要用子坤此刻的惨状来刺激子家之人的神经。父亲大人，放他们走吧。 不然这畜生一定会杀了坤儿的。看到自己儿子半个脑袋都被踩扁了，子坤的父母心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赶忙向子家家主求救。住口！坤儿的命虽然重要，但却不及我子家重要。坤儿，你放心，你是为我子家全族牺牲，爷爷一定会为你报仇。子家家主咬了咬牙，随后竟不顾子坤的死活，袖袍挥动之间，层层武力涌动，再度向楚风。 发动了恐怖的攻势，啧啧，子坤，不是我不给你机会，着实是你爷爷想要取你性命。去吧，圆了你爷爷的一个心愿。望着那比先前强横了数倍的攻势，楚风似乎早有预料，嘴角诡异上翘，说话之间脚下用力，竟将子坤高高踢起，踢入了子家家主那席卷而来的武力攻势之中。父亲，不要！见状，子坤的父母赶忙大声喝止。 该死！而子家家主也是万万没有想到，楚风会拿自己的孙子当挡箭牌。虽然已经做好了让子坤牺牲的打算，可他也没有准备自己亲手将他的孙子杀死。所以，眼见情形不妙，子家家主赶忙收招。可是，楚风这一脚的力道很足，还不待他成功收回攻势，子坤就已经掉入他的武力漩涡之中。呃、哎、呀！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 子家家主的孙子子坤，便在子家家主所凝聚的武力之中被搅成了粉碎。莫说肉身，就连神识与本源都没有留下半毫，甚至连血液都被直接蒸发了。我要你生不如死！自己的孙子竟死在了自己手中。子家家主成功被楚风所刺激，不再收手，反而加强了攻击的力度。那本是普通的武力攻击，竟然在半空之中变化，化作一只凶猛的火焰巨口。 张着大嘴对楚风吞噬而来，这道武技的段位并不高，但是在武君的催动下去，却异常恐怖。那烈焰一出，地宫的墙壁瞬息被烤得火红，宛如可以燃烧一切一般，连空气都都散发出了层层热气。还未靠近，紫菱等人都感受到了难以抵挡的热浪，不断的向后退缩。刷！见状，楚风赶忙大袖一挥，在紫菱等人都身前布置了两道屏障。 一层是坚不可摧的结界，一层是三品五军的威压，以此来保护紫灵等人的安全。而做完这些之后，楚风便左手捏诀，右手出拳，武力涌动之间，竟化作了滔天巨浪。那巨浪奔腾于空，宛若一片汪洋大海，不但声势骇人，其中蕴含的力量也是异常凶猛。这乃是一种八段武技，楚风在掠夺他人的资源之时所得。之所以进行修炼。 为的就是在这种时候施展而出。轰隆隆，一声巨响传来，烈焰与巨浪交加，两种性质不同的力量开始在这片空间厮杀。最终，子家家主与楚风的攻击竟然不分胜负，相互抵消开来。而这一幕可谓让子家之人大吃一惊，不仅是他们，就连子轩辕以及子灵的父母等人也是吃惊不已，因为他们真的没想到。 楚风竟真的能够与子家家主抗衡。毕竟之前子家家主已经说了，楚风还只是三品五军而已。三品五军战六品五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小子怎么会这么强？竟能抵消家主的武技攻击？而相比于紫轩元等人，子家众人更是感觉难以置信，深深为楚风的惊天战力而感到震惊。这一刻，唯有紫菱表现的最为镇定，那绝美的小脸之上。 没有丝毫吃惊之色，有的只是喜悦之容。因为他从不怀疑楚风的实力，更不怀疑楚风的战力。他知道楚风本就是天纵奇才，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他只为楚风如今的成就而感到欢喜。因为楚风越强，他便越高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提升了你的战力，但是我会用实力证明，你与我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差距。哪怕你天赋异禀。 但也绝对无法弥补三品境界的差距，竟被楚风一而再再而三的抵消攻势，这使得本就愤怒不已的子家家主更是有些抓狂。说话之间，一道又一道凶猛的武技连绵不断的向楚风席卷而来，这个架势已经不是要活捉楚风这么简单，简直就是要将楚风碎尸万段。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眉头微皱，不敢有丝毫大意。不管怎么说。 对方都是六品五军，这已经超越了他正常对战的范围。但是此刻他却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啧啧，楚风既然不打算动用王兵，那要不要本女王帮你？一直在楚风体内的蛋蛋笑嘻嘻的道：“见到这群卑鄙无耻的子家人，这位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按耐不住，开始手痒了。”不必，虽说他是六品五军，但是完全是靠大量的修炼资源堆积起来的修为。 比之同等境界的五军，他的战力属于最弱的。我也正好拿他来试炼一下自己，看一看以我如今的战力，究竟能否与六品五军一战。所以，尽管还是有着一定的压力，但楚风却并没有惧怕，反而是身形一纵，主动向子家家主的攻势扑杀了过去。轰轰轰轰！一时之间，二人交战在了一处，层层涟漪爆射天地。哪怕这座地宫使用了特殊的材料。 被加持了特殊的结界，可也无法抵挡二人的余威。只是眨眼的功夫，这座地宫便被轰成粉碎。二人从地底深处站到了地表之上，最后又来到了半空。子家族人虽谈不上很多，但是本族之人也有几千，而为子家效力的高手更是有数万。在子家做客之人也是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无法在子家做客，便擅自逗留在花谷之外。此刻。 夜深人静之际，突然传来阵阵轰鸣。漆黑的天空被照耀得如白昼一般，这自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一时间，花谷内外的所有人都是仰目观望，注视着夜空上的惊天大战。五军之战非同小可，尤其是楚风与子家家主这种层次，二人的交手越来越凶猛，甚至连数千里外都是被二人的争斗所惊动。各方势力的顶级强者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此处赶来。 想要一睹究竟。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三章，没见过世面。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天哪，那不是子家家主吗？他在与谁交战？竟斗得天昏地暗！不是吧？那既然是一名如此稚嫩的年轻人，看那模样，应该还是个少年吧？就算不是少年，也绝对不可能超过二十岁。这究竟是哪里来的妖孽？ 如此年纪，竟然已是三品五军，并且竟能够与六品五军的子家家主战得不分胜负，这也未免太逆天了吧！当人们看清交手之人是谁，并且注意到楚风的外貌与年龄之后，无一不是大吃一惊，深深的被楚风的战力所惊呆了，甚至已有人当机立断，直接为楚风冠以妖孽之名。尽管此刻的楚风面对子家家主也有着极大的压力，这导致他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楚风凭借敏锐的感应力和天眼的洞察力，以及对各种武技运用自如的掌控力，弥补了他修为上的不足。二人战得如火如荼，这样下去还真是难分胜负。该死，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修为暴涨不说，战力竟然也这么怪异！我竟然您无法胜他，莫非他真是一个妖孽不成？虽然楚风具有压力，但是子家家主的压力显然更大。 这不仅仅是实力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如今他二人的交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单单是子家之人也就罢了，可是如今在子家的却还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宾客。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前，自己竟然与一个三品五军的毛头小子交战这么久，却又无法取得胜利，着实让他颜面尽失，丢人丢到了家。毕竟五军之差微乎其微，能够跨越一品境界而战者。 已是绝世难有的奇才，跨越三品境界战斗者，可谓是前无古后无来者，简直闻所未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仅会夸赞楚风战力逆天，是绝世奇才，更是会说他战力太弱，不服六品五军之名。不但成全了楚风，反而贬低了自己。这个年轻人太厉害了，他到底是何来路？为何之前从未听过他的大名？最近东方海域。 倒是出现了一名战力逆天的绝世奇才，而其修为倒与这位年轻人有些接近。你是说那个在缥缈仙峰捕捉到几千武文的无情？是啊，除了他还能有谁？应该不会吧？我听说那无情虽然天赋异禀，可是年龄已过二十。这位年轻人明显比那无情还要年轻啊！对啊，那无情再强也只是传闻而已。但这位年轻人。 可是将自己这逆天的实力真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依我看，他可能比无情还要强，太不可思议了！天下间竟有这般强悍之人。据我所知，哪怕是东方海域的第一天才慕容寻，也绝对不具备连越三品境界的战力。观看着难得的惊天大战之余，人们更多的是猜测其楚风的身份。毕竟楚风表现出的战力实在太过逆天，所有人都想知道。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究竟师出何处，姓甚名谁？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这位年轻热人日后定会成为东方海域的顶级大人物。打听到了，他叫楚风，之所以来此捣乱，是为了慕容寻的未婚妻而来，他想要劫持紫灵。突然，一位五军强者兴奋不已的呼喊起来：“他竟在子家的高层之中打探出了楚风的名字！”什么？ 竟然是来劫持紫菱的，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慕容寻的未婚妻也有人敢动，这不是摆明了要与诛仙群岛为敌吗？而得知楚风来此的目的后，人们更是大吃一惊。大战继续，楚风与子家家主已是分别祭奠出了骑兵，二人的战力逐渐提升，威势横扫天地。若不是子家高手一再抵挡，单单是二人交战的余波，就足以将子家夷为平地。 甚至整座花谷都会千疮百孔，一片狼藉。此家之人，给我听好了！我楚风今日来此，就是要带走紫菱。不管是谁挡我者死！楚风知道今日之后，他的大名注定要名扬东海，所以也不再遮掩自己的名字，干脆让所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来此处做些什么。事到如今，楚风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是要将紫菱救走，因为他知道。 若是此次失败，那么以后再想救紫菱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以慕容寻的那凶狠而狭隘的秉性，若是知道了他与紫菱的关系，就算对紫菱不利，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在与子家家主交战之际，不断腾出手来向子家出手。而凭借楚风的战力，若他故意伤人，子家除了子家家主之外，根本没人能够挡得住。轰轰轰轰！一时之间。 子家那精心打造的恢弘宫殿开始接连崩塌粉碎，甚至一些子家之人也是受其牵连丧命其中。好狠的手段！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此次还真是来者不善。他不会真的要劫走子灵，顺便屠灭子家吧？眼见着楚风开始对子家出手，并且子家家主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一些人便开始觉得子家家主也无法奈何楚风，恐怕今日子家危矣。 你这个小畜生！老夫看在你年幼无知，对你一忍再忍，不与你动杀手。你竟然如此狠毒，对我族人进行虐杀！今日我非要亲手宰了你不可！子家家主与楚风周旋许久，未能占据上风，他感觉脸面丢尽，只得为自己寻找理由。但是既然当众宣称要斩杀楚风，那么就必须立刻拿出杀手锏，当着众人面将其斩杀，否则将无法服众，彻底的颜面扫地。 于是，子家家主手腕光芒闪烁，竟然出现了一把碧绿色的长剑。此剑一出，子家家主的整个气势变得完全不同，实力竟然在此刻得到数倍的提升。而这一切，全部因为其掌心之中那宛如千年寒冰与罕见宝玉打造的碧绿色长剑。这股气势，竟是半城王兵，绝对不会错。这一定是半城王兵！天哪！ 半城王兵何其珍贵！多少五军巅峰的强者倾其一生积蓄，也无法获得一件半城王兵。这子家家主竟然只在六品五军的修为就拥有半城王兵了！诛仙群岛一定是诛仙群岛所赐。只是，为何子家家主手中的这件半城王兵却更像女孩子所用的？子家家主的半城王兵一出，顿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半城王兵实在太珍贵了。 除非是顶级大势力的顶级天才，否则在六品五军这种境界便能拥有半城王兵的强者，在整座东方海域都是少见。该死的老东西，这把半城王兵明明是诛仙群岛送给灵儿的，可是却被他占为己有。见到那把精致的碧绿色长剑，紫菱的母亲很是愤恨地咒骂道：“哈哈，山沟子里出来的穷小子，知道这是什么吗？一定没有见过吧。” 今天老夫就让你死得其所，临死之前让你开开眼界。此乃天下间最厉害的兵器，叫做半城王兵。你手中那骑兵与我这半城王兵相比，就是废铜烂铁，根本不堪一击。手握半城王兵，又听得众人的赞叹的话语，子家家主顿时觉得脸上有光，与此同时也就来了气势，竟然对着楚风炫耀起来。哼！然而对于子家家主的炫耀。 楚风却是嘴角上翘，淡然一笑。“你笑什么？”见状，子家家主顿时大怒。本以为楚风会被自己的半城王兵吓到瑟瑟发抖，却想不到楚风不但如此淡定，并且还回以一个如此不屑的笑容，这着实叫他难以忍受，气得连心肝脾肾肺都要炸掉了。是啊，他在笑什么？该不会不认识这半城王兵，不知道这半城王兵的厉害吧？事实上。 不只是子家家主不解，所有围观之人都是感到不解。而在众人那不解的目光之中，楚风则是平淡的开口道：“我笑你如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本章完。第八百一十四章：王兵之威。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狂妄小辈，竟敢说老夫没见过世面？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 都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本想对楚风炫耀一下自己这半城王兵，却想不到换来的是楚风的不屑与羞辱。这使得子家家主着实不能忍，先前还得意洋洋的面容早就被气得铁青。一把半城王兵而已，却也被你说成最强的兵器。那你将王兵置于何地？这难道不是无知？不是没见过世面？在座的诸位，你们倒是评评这个理。 楚风满脸不屑，那种目光就像是看待一个乡巴佬。说的对啊，半城王兵虽强，但不过是王兵的仿造品而已。王兵才是世间最强的兵器才对，在王兵面前，半城王兵的确不算什么。果不其然，楚风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虽然半城王兵对于在场之人来说，那都是绝世珍宝，但是他们也不是不知道。 王冰才是天下间最强的兵器，至少在这东方海域，王冰是最强兵器无疑。而听得那围观之人不绝于耳的低声议论后，子家家主的脸色则是更加难看，就连嘴角都在不住的抽搐，只好冷声辩解道：“你懂什么？王冰虽厉害，但整座东方海域只有那么几把，何况王冰之威，岂是你这种毛头小子能够见识的？对于你来说，扮成王冰 就是最强的兵器，足以将你抹杀成飞灰。话到此处，子家家主也不再废话，甩动手中的半城王兵，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这是准备直接抹杀楚风，不给楚风任何机会。因为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太低估了眼前这个小鬼。这个来自九州大陆那个弹丸之地，当初他随便一个手指都能碾压成飞灰的毛头小子，如今的确难缠的很，绝对不能留下后患。 唰啦啦啦，一剑挥出，顿时武力萦绕，仿佛这片天地间的所有武力都为其所用，形成毁天灭地的剑气。那碧绿色的剑气自空中掠过，一层层冰冻一切的寒霜便在空中凝聚成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连虚空都被其冻结。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那种通天彻地的威势。半城王兵的确强悍至极。糟了！ 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威势，紫轩辕以及紫菱的父母皆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深深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就连紫菱也是眉头微皱，绝美的小脸之上布满了凝重之色。那紧握的右手之中，早就出现了一把尖锐的匕首。她本来是准备在楚风有生命危险之际，以自己的生命来威胁子家家主的，但是当她看到楚风那有恃无恐的模样后，她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凭借他对楚风的了解，总觉得楚风应该有着能够应对的手段。可眼下子家家主的攻势实在太过恐怖，所以他也很想知道楚风究竟会以怎样的手段来抗衡。期待之余，不由喃喃自语：“楚风哥哥，如今的你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呢？”子林相信楚风，但这可不代表其他人相信楚风。此时此刻，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觉得楚风已是必死无疑，至少在场之人没有一个能够抵挡的了。此刻子家家主的这道攻势，然而此刻楚风的嘴角却已然掀起了一抹不屑的冷笑。事到如今，他觉得与子家家主的对决已然到了尽头，是时候了解一切了。于是高声说道：“说你无知，你还不愿意？也罢，今天我就破例，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王兵。” 温华罢，楚风的掌心一翻，一把银色的长枪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乌嗷，此枪一出，顿时一声响彻天地的怒吼传来，这方虚空，无论天上地下，皆是一阵颤动。不管是脚踏大地，还是立于虚空的强者，皆是被这股震动弄得东倒西歪，甚至栽倒在地。哪怕是子家家主那不可一世的攻势，也是在此刻被瞬间瓦解。 那个声音还是可怕，究竟是什么？竟宛如龙吼一般。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之人皆是为之大惊。然而很快，他们就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轰隆隆隆,隆，王兵一出，水雨争锋。银龙枪出现之后，不仅威势席卷天地，而是天地也是为之变色。刹那间，日月无光，星辰黯淡，这方天地陷入了一片黑暗。 密布的乌云滚滚翻腾而来，道道粗壮的雷蛇开始在天空四下乱窜，而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围绕着楚风。天际之上，圆月虚空，除了那舞动的雷蛇之外，能够清晰看见的便唯有一道身影，那便是踏空而立的楚风。楚风长发飘飘，衣衫舞动，手持银色长枪，站在此处，就宛如主宰天地的王者，几乎没有人能够与其争锋。天哪！ 这股威势怎会如此可怕？眼前的变化将许多人都给吓傻了。哪怕他们也都见过一些世面，可也从未见过这种可怕的阵势。不得不说，他们深深的被震慑到了。这个威势绝对不会错，那是王斌，那楚风手中的乃是王斌，但是人群之中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是开过眼界之人，所以很快就有人确定。 楚风之所以会有如此威势，全部都是因为手中的银色长枪。而能有如此威势的兵器，普天之下唯有王兵。什么？王兵？这个小子竟有王兵？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听得此话，最为难以接受的，自然便是子家家主。他踏空而立，不由倒退数步，早就深深被此刻楚风的威势所震慑到了，因为手握半成王兵的他。 能够明确的感觉到，此时此刻，他手中的那把半城王兵竟然在剧烈颤抖，就如同老鼠见到了野猫，绵羊将到了饿狼，野猪见到了猛虎，那种由骨子深处所散发出的胆怯与恐惧已是展露无遗，甚至牵连到了他这个主人。此刻的他已是无力再战，是王兵，绝对是王兵，那种独一无二、震慑天下的王者威势。 唯有王兵才有，在众人那难以置信的惊呼声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确定楚风手中的乃是王兵。但是，当一位修为在五品武军眼中光芒涌动的白发老者，以一种极为震惊的语气说出下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整座花谷内外都被彻底震惊了。我知道此子是谁了，我知道这楚风是谁了，他便是如今名震东方海域的绝世奇才。 在缥缈仙峰夺得六千武文，在罪恶峡谷废掉二仙之子的妖孽无情。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五章，我叫楚风。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什么？你说什么？你是说他是无情？这位前辈，话可不能乱说。这楚风虽然战力逆天，并且手段超然，但是从外貌来看。 与那无情的传闻却有些出入，你这么说可有证据？白发老者的话震惊全场，但却也让人感到质疑。不因别的，只因无情的名头太盛。如今东方海域谁不知道？自从缥缈先锋的武文仙境之中，东方海域便出现了一位叫做无情的绝世奇才。如今关于那无情的各种传闻不绝于耳，说什么的都有。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无情已经被誉为。 日后能与慕容寻一较高低的存在，尽管很多人都没见过无情，但是无情这个名字已经被捧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甚至说其是传说中的人物也不为过。而当那宛如传说的存在就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往往会让人有种如临梦境般的感觉，会觉得很不真实，自己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哼，老夫刚从罪恶峡谷回来。 见识过了诛仙群岛与残叶魔宗的大战，大战之时，诛仙群岛的少岛主拿出过一件王兵，但后来那王兵却被无情夺走，并且老夫亲眼目睹那件王兵与无情认主。那本是慕容寻的王兵，可不但认主于楚风，更是出现了传说中的臣服于主。何为臣服于主？你们知道吗？那老者将高傲的目光扫向众人，而众人此刻。 早就呆若木鸡，被老者所说之话深深惊呆。见老者扫视过来，皆是连连摇头。以他们这种见识，怎么可能听过臣服于主？看到众人那无知的反应后，白发老者嗤之以鼻，神态更显高傲，很是得瑟的道：“看你们的样子，也不知道。今日老夫就与你们讲述一番，让你们长长见识。”王斌具有智慧，所以他们认主有些不同。最为普遍的认主。 其实只是合作关系而已，也就是说，王斌成功认主一人，他会将自己的力量借于主人，同时也用主人的力量滋润自己。若是有朝一日主人死去，或者强行被斩断联系的话，那么王斌便将解除这种合作关系，获得自由之身，可以重新选择主人。但是，王斌还有另外一种认主方式，那便是臣服于主。这臣服于主是王斌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主人。 与主人同生共死，此生此世，只有这一个主人，没有人能从其主人手中将他夺走。就算夺走了，也不会为他人所用。若是其主人死了，那他也会跟随主人一同消亡。这臣服于主，只存在传说之中。东方海域之前从未出现过能够让王斌臣服于主的人。无论是当年名震东方海域的魔宗之主，还有那焚天圣教的绝顶天才皇甫皓月。 都未能让王兵臣服于他们，哪怕是如今诛仙群岛的岛主，也同样不能。但是无情却做到了。当日身在罪恶峡谷之人，全部都是亲眼到了那惊人的一幕。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东方海域，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相信我所言是真是假。而此刻，这无情所持王兵，无论是威势还是形态，都与无情自慕容寻手中夺取的王兵一模一样，所以我断定。 此人定是无情无义，否则他不可能使用这件王兵。白发老者的这番发话说的有理有据，并且非常大声，有意让花谷内外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他的这番话简直形同晴天霹雳，无论是子家之人也好，还是外来之人也罢，无一不是大吃一惊。先不说老者所讲，罪恶峡谷内残叶魔宗与诛仙群岛的大战是怎么一回事。 单单是无情抢夺了慕容寻的王兵，并且让王兵臣服于自己，已经让人们震惊的难以自理了。因为此事若是真的，那着实太过惊人。之前人们还拿无情与慕容寻做对比，觉得二人皆是难得的天才，无情日后很有可能会是慕容寻最大的对手。但若是老者所言属实，岂不是无情已经超越了慕容寻？否则又怎么会从慕容寻的手中夺得王兵？可是。 慕容寻是何等修为？众所周知，慕容寻乃是八品五军。无情呢？就算眼前这个楚风是无情，但也最多是三品五军。三品五军胜过八品五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时之间，各种震惊和疑问回响在花谷内外。不可否认的是，人们都被白发老者的这番话给彻底震慑到了。敢问一声，那位与子家家主交战年轻人？ 你是否真的就是那位无情大人？不解之余，有胆大好事者竟然直接问向了楚风，并且态度十分恭敬，不敢有一丝不敬。而他此话一出，几乎花谷内外一片寂静，几乎所有人都是默不作声，屏住了呼吸，看向了楚风，等待着楚风的答案。就连子家之人也不例外，因为楚风是不是无情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事实上，事到如今。 楚风早就已经做好了宣布真相的准备，所以他也干脆不再隐瞒，而是淡然一笑。随后袖袍遮面，当那袖袍落下之际，面容已是大变，化作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模样。而这个模样正是无情的模样。变换过模样后，楚风笑着看向那位白发老人，道：“这位前辈，你可认识我？认识，认识，你就是无情，这就是无情的真容。” 大家快看，这就是无情的阵容。这楚风果然是无情。见楚风竟与其对话，那白发老者竟激动不已，就犹如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一般。什么？这就是无情吗？他竟然易了容。这么说来，他岂不是真是无情？而这一刻，阵阵惊呼便开始在花谷内外响彻起来。先不说楚风此刻变幻的面貌，单单楚风与老者的对话。 已经说明了一切，不。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淡淡开口，随后袖袍再度遮面，化作了楚风的本来面容，这才笑道：“无情是我，楚风也是我，但并非楚风是无情，而是无情是楚风。事到如今，我也不妨告诉大家一件事：在缥缈仙峰上的无情，的确是我；在罪恶峡谷出现的无情，也是我。但无情不过是我编造的假名。” 但却想不到大家对我如此关注，到了这种地步，我也不忍再欺瞒大家。其实楚风才是我的本名，而此刻的我才是真实的我，我叫做楚风。本章完，第八百一十六章：挡得住我吗？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华，楚风此话一出，自然震惊全场，因为楚风的这番话。 已经非常明确的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也告诉众人一个意外的真相，那就是原来无情叫做楚风，并且这位绝世奇才的真实年龄，原来比虚构的身份还要小上一些。这也就是说，这位绝世奇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厉害，修武天赋简直无与伦比。他竟然真的就是那个无情！这……这一刻，外人震惊于这个真相，看向楚风的目光中。 不免多了几分崇拜与敬意，但是子家之人可就是又惊又恐，因为他们子家好歹也是如今东方海域的一个有头有脸的家族，并且前来拜访之人很多，消息异常灵通，对于东方海域的事情自然了如指掌。所以关于无情之事，子家早就有所耳闻。虽然并不觉得那无情能与慕容寻媲美，但是却也不可置否的认为那无情的确是个天才，甚至。 子家的小辈还有很多人视无情为偶像，一切少女还未见面，便已对无情心生仰慕之心，把无情当做了梦中情人。就连子家的长辈也不得不重视无情的存在，甚至子家家主更是亲自下达命令，告诉子家之人，不管无情与诛仙群岛关系如何，但是子家绝对不能轻易得罪无情。可是现在，可是眼下，可是此刻。 这与他子家势不两立的楚风，竟然就是那名扬东方海域、让子家早就为之忌惮的无情，这叫他们情何以堪？这叫他们如何接受？这叫他们怎么是好？恐惧，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在子家小辈之中蔓延、升华；惊恐，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渗透在了子家内外，无论男女老少，皆是无法抗拒。尽管他子家有诛仙群岛庇护。 但是眼下也是无比的不安，因为众所周知，无情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名扬东方海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天赋，还有他身后那神秘的背景。就连秋水道姑这位武王强者和缥缈仙姑这位顶级大人物，都明里暗里的宣布庇护无情。天知道无情身后那位神秘的师尊又是怎样的大人物。但能够确定的是，无情的背景绝对异常恐怖，所以。 子家非常清楚，他们惹不起无情，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惹了这个妖孽般的存在。今日一看，还真是要大难临头。怎么了，子家家主？既然手持最强的兵器，为何此刻浑身都在颤抖？楚风笑着看向了子家家主，而听得此话，众人也再度看向子家家主，这才发现，果然如同楚风所说。 子家家主的身体此刻正在不住颤抖，这位堂堂子家的首领人物，哪里还有先前那种藐视一切的霸气？简直就如同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兔子，嚣张的气焰早就全无。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人们倒也能够理解。摊上无情这个煞星，换作是谁，谁不害怕呢？不，准确来说是楚风这个煞星。怎么不说话了？先前不是还一脸的嚣张吗？来啊！ 让我长长见识，开开眼界，了解一下你那最强兵器到底有多强大。楚风手持王兵，踏空而行，夹带着那强大的威势，一步一步的向子家家主逼迫而去。而楚风每踏出一步，天地都是为之颤动一下。那股强大无匹的王者之势，一层又一层的席卷而来。哪怕子家家主这位六品武君，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被逼得连连后退。他很清楚。 此刻的楚风，他已是远远不敌。风雷二老，你们还要看戏到何时？惊恐之余，子家家主猛然大喝一声，竟然向人求救。哈哈哈,哈！而子家家主此话一出，一阵诡异的笑声也是突然在这方天地响起。那笑声响起之际，两股磅礴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竟然使得遮盖天空的乌云消散，四处涌动的闪电分解。 将楚风王兵的威势给打压了下去，这股威势，花谷子家还有高手。听着那满含威压的两种笑声，人们倍感吃惊。该来的总算来了。两名七品武军比预料的还算好些。而对于这一幕，楚风却是早有准备，所以他也并未表现出任何吃惊之色，而是手中的银龙枪猛然挑起，对着那子家家主隔空一扎，一道银色的光束。 便爆射而出！该死，快救我！见状，子家家主顿时大惊，吓得老脸唰的一下就变了。尽管早就预料到自己不是楚风的对手，但是却没有想到楚风的这一击竟然这么可怕，他根本无法抗击。没用的东西，枉费我诛仙群岛给了你那么多资源。而在子家家主求救的同时，一道讽刺的声音也是响起。与此同时。 只见自子家之中，两道流光爆射而出，瞬息便来到了子家家主的身前。那是两个老者，老者面容一模一样，一看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但是这对孪生兄弟却皆是瞎了一只眼睛，一个瞎的是左眼，一个瞎的是右眼。可别看这对孪生老头皆是独眼，可是他们二人的气息可是不弱，如同楚风之前所说一般，进皆是七品武君。 唰！当他二人出现之后，其中一位随意的挥了挥手，一层磅礴的武力便席卷而来，竟将楚风的王兵一击轻易化解。七品五军果然要比六品五军强悍数倍。小子，真是天上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不但拿了我家少岛主的王兵，竟然还敢来劫持我家少岛主的未婚妻，你这可真是找死啊！风雷二老恶狠狠的说道。尽管。 他们表面上杀机毕露，但是内心却是激动无比。罪恶峡谷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可是那件王兵他们却认得，的确是慕容寻所有。再加上之前楚风在缥缈仙峰已让诛仙群岛丢尽脸面，今日他们能够将楚风击杀，已是大功一件。若是能够将王兵夺回，那更是功不可没，将会得到无穷的好处。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欢喜？楚风如何聪明？ 一眼就看出了这俩老头心中的小算盘，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些，眼下他只想救走紫菱，而很显然，只要击败这两个老头，那今日就将大功告成。于是，楚风掌心的银龙枪不由再度握紧，一股更为强横的威势自体内席卷而开。与此同时，结界大门开启，淡淡这位修罗灵界的界灵也是被他释放而出，以着那迷惑众生的绝美姿态。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两个老头，你们说对了，我楚风今日到此就是为了紫菱而来。只是就凭你们两个，挡得住我吗？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七章女王发威。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哼，还以为会放出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存在，结果只是一个二品五军的界灵，就凭这点实力，也想从我二人手中？ 劫走紫灵小姐，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看到楚风释放出蛋蛋后，风雷二老一阵疯狂大笑，笑得异常讽刺。楚风，右边那个老头笑得太难看，就先交给本女王来收拾。左边那个，你先帮我拖延一阵，收拾完右边的老头，本女王再来收拾他，没问题吧？蛋蛋甜甜的笑道：“完全没问题，有这王兵在手，就算我无法胜过他。” 但也至少不会太快败下阵来。你快点解决右边那个，再来帮我收拾左边那个便是。楚风点了点头。淡淡虽强，但如今毕竟只是二品五军，对付七品五军已是淡淡的极限。就算能胜，但也不可能以一敌二，需一对一战之才能获得优势，从而取胜。所以楚风必须帮助拖延一个。尽管说，楚风凭借自身实力对战一个六品五军，已是有了极大压力。 对战七品五军可谓天方夜谭，可是如今手持王兵，战力已然倍增，六品五军几乎不是楚风对手。就算七品五军楚风不敌，但凭借楚风的手段，拖延一阵也绝不是难题。那就这么决定了。见楚风英允，淡淡也不废话，磅礴的黑色气焰暴涌而出，便携带着恐怖的威势向那风雷二老中的雷老冲了过去。可见这位性子急烈的女王大人。 已是动怒，这股威势倒是有点意思。大哥，你速速解决掉那个小鬼，这个美丽的小娘们就由我老会一会。当淡淡出手的那一刻，风雷二老也是眉头微皱，意识到了淡淡的不简单，但是他们也并未惧怕。雷老出手之间，道道雷霆天地四溢，便与淡淡交战在了一处。哈哈，素闻无情乃是绝世奇才，战力逆天，今日老夫倒是要见识一下。 你是否如传说一般厉害？不，不是无情，是楚风。哈哈，至于那风老，则是带着满脸的嘲讽笑意，对楚风发动了攻势。呼呼呼，他袖袍舞动，便掀起了阵阵狂风，且狂风不仅由武力凝聚成型，并且随心所欲，受他所控，竟在半空形成了包围圈，向楚风包裹而来。他果然未将楚风放在眼中，是准备凭借这一招御风之术。 来将楚风抓住，一则夺得楚风手中的王兵，二则也顺便打击一下楚风的嚣张气焰，告诉世人，就算楚风战力再逆天，就算他手持天下无双的王兵，但是面对七品五军，他也是不堪一击。给我破！然而他却低估了楚风。只见楚风手中的银龙枪对天一挑，银光爆射之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竟击破了风老的包围圈。 紧随其后，楚风脚下青光涌动，一条青龙便浮现而出，载着楚风急速的飞奔起来。楚风不但没逃，反而向风老发动了反攻。呜嗷<哇>！青龙急行术这无上秘技，宛如具有灵魂一般，活灵活现。不但御空而行，更是不断发出刺耳龙吼，就如同它并非虚物，而是一条真龙一般。轰轰轰！而有了青龙急行术的急速奔腾之后， 楚风几乎可以躲开风老的所有攻击，没有空档之余，都会手握王兵，对风老发动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这样的变化，顿时让风老先前的气势消退，一股压力由心而生。因为他惊愕的发现，这楚风实在太强，竟然强到超乎他的想象。不但六品五军不是他的对手，哪怕是自己这位七品五军，想要胜他也是极难。最主要的是，楚风虽是拖延战术。 但是攻势却异常凶猛，不止从气势上压倒了风老，更是从心理上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迫，一时之间竟让风老不敢有所大意，大有被压制之势。好厉害！楚风脚下的是什么？那不会是一天真龙吧？看着楚风脚下的青龙，人们惊呼连连。不会，龙可是传说中的生物，被誉为妖中之王。先不说在东方海域没有这种生物，就算有。 也不会臣服于楚风才是。没错，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秘籍。素问，这楚风掌握着强大的秘籍，今日一看，果然属实。楚风表现出的气势，不仅震慑到了风老，更是震慑到了在场的所有人。轰隆隆！然而就在这时，蛋蛋与雷老的战圈却连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层层涟漪肆虐之间，几乎将子家尽数摧毁。若不是子家之人早就转移， 恐怕此刻子家族人已是死伤大半，而定目观望，人们更是大吃一惊，因为蛋蛋与雷老的战圈可谓是强强对决，比之楚风这边要激烈数倍。滋啦啦啦！此时此刻，雷老的周身皆是道道雷蛇，雷蛇自其体内扩散，形成了一道覆盖天地的雷电巨网，在这雷网之内，有着极强杀伤力，可谓寸草不生，没有什么能在这个范围内存活。 哪怕是五军踏入其中，也会在瞬间化作飞灰。但是眼下，淡淡这位绝美的女王大人，不但在雷老所凝聚的雷网之内，更是向雷老发动着一场猛烈的攻势。哦，oh! 那黑色的气焰宛如一只以杀戮为生的恶魔一般，不但有着无可匹敌的威势，更是发出凄厉无比的叫声。在这种情况下，雷老这位堂堂七品五军已是面色苍白，节节败退。 大有不知之事，好厉害，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楚风的那只界灵竟然这么厉害，只是二品武君，却将堂堂七品武君给压制了，这也未免让人难以置信了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有其主必有其奴吗？不得不说，淡淡的表现引来了全场的震惊，所有人都被他这强大的战力所惊吓到了。哼，你们懂什么？ 这只界灵可不是普通的界灵，乃是传说中的修罗界灵。就在这时，那位去过罪恶峡谷的白发老者再度以不屑的语气开口了：“什么？修罗界灵是七灵界之中号称最强一界的修罗灵界？”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轰！而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巨响传来，与此同时。 一声凄惨的叫声也是在半空响起，大哥，快来救我！这个声音正是来自于风雷二老中的雷老。而顺着声音望去，几乎所有人都再度被吓了一跳，因为此刻的雷老已是发丝凌乱，浑身带血，甚至左腿已是露出了森森白骨，身负重伤。这位堂堂七品五军，面对二品五军的蛋蛋，竟然败了。本章完，第八百一十八章。 风雷沙阵，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大哥，快救我！快点！之前还叫嚣要教训蛋蛋的雷老，此刻正在歇斯底里的大喊着，甚至连声音都在颤抖，话语之中充满了惊恐。此时此刻，他浑身上下皆是鲜血，不但体面的长袍破碎，就连肉身也是跟着受毁，哪里还有先前的气势？早就被蛋蛋那凶狠的攻势。 给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怎么可能？那丫头竟然这么厉害，莫非真是修罗灵界的界灵？眼见着自己的弟弟已然不知，再看仔细看看，淡淡那诡异的暗黑色气焰，风老也是急出了满头大汗，身形一纵便要前去救援。喂喂喂，老东西，你这是要去哪啊？然而负责拖延于他的楚风岂会乖乖放他离去？不但没有给他机会。 反而手持王兵，加强了对风老的攻势，根本就是让他寸步难行。该死！这一刻，风老气得咬牙切齿，可又无可奈何，因为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认，楚风实在太难缠了。这样下去，雷老定然被杀，而雷老死后，那下一个遭到毒手的便肯定是他。眼下这个情况，他们两兄弟几乎是必死无疑。哇！ 而就在这时，雷老又是一声惨叫响起，一道如利剑般的黑色气焰划过之际，在其胸口处竟然出现了一道血窟窿。若不是他躲闪及时，恐怕蛋蛋这一击就会直接洞穿了他的丹田，废掉了他的修为。这雷老已经是完全丧失了与蛋蛋继续战斗下去的能力，等待着他的只有更为凶猛的攻势。这是你们逼我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见到这一幕，风老的也是怒了，竟然疯狂的大吼起来。一番大吼之后，便对那命在旦夕的雷老说道：“用那招，死也要让他们主仆二人陪葬。”嗯，这一刻，雷老也没有犹豫，而是咬牙切齿的点了点头。后，苍老的脸上闪过一抹狠色，随后只见雷老那一直紧闭的眼睛竟然缓缓睁开，并且闪烁其道的雷芒。与此同时。 风老那紧闭的一只眼睛也是睁开，在他的眼中，虽然没有雷老眼中的雷芒，但却盘旋着道道旋风。原来，这风雷二老那紧闭的独眼并非是瞎了，而是隐藏着特殊的力量。因为当他们分别睁开那眼睛后，二人的气息也是变得完全不同。蛋蛋，小心！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眉头微皱，因为凭借敏锐的精神力。 还有那看破一切的天眼，楚风发现风雷二老的体内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个老头绝对是藏了后手。楚风，是你们逼我的！你想让我们死，那你们也别想活着离开。在我们死之前，一定要先将你碎尸万段不可！突然，风雷二老各自暴喝一声，随后自他们的独眼之中分别射出两道光束，直接射向了地表之中。 这种感觉，这一刻，楚风顿时面容大变，因为他惊愕的发现，当那光束射出之后，风雷二老的身体竟然纷纷跌落而下，狠狠的甩在了地表的废墟之上，宛如没有了一丝生气，就犹如两具躯壳一般，仿佛生命力已经跟随那道自独眼中射出的光束一同进入了大地。隆隆隆隆隆，与此同时，大地也是开始剧烈颤动，并且层层怪异的纹路。 也是如同游蛇一般贴着地表急速游走奔腾，并且越来越多，最终竟然覆盖了整座浩瀚的花谷。紫灵，快跑！见到这一幕，楚风也是无法淡定了。他一眼就看出是那风雷二老使用了特殊手段，激活了一道非常强悍的大阵。这座大阵若是开启，恐怕他与蛋蛋也是无法应对，因为对方为了激活这道大阵，可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 那便是生命，两道七品五军的生命。想跑？你们谁都跑不掉。然而，还不待紫菱他们反应过来，一层又一层由风雷凝聚而成的屏障便自花谷的边缘升空而起，穿越茫茫白云，越过万里高空，最终将这片天地封锁。与此同时，两道高大的身影也是跟随大阵自地底之中浮现而出。这两道身影，准确来说。 并不像是人，更像是神，因为他们一个是由道道狂风凝聚，一个是由道道雷霆凝聚，而这两道强大的身影正是风雷二老。小子，你可知道为何诛仙群岛会派我二人看守此处吗？不妨实话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二人所修炼的独特功法，可以开启这座风雷沙阵。这风雷沙阵只能开启一次。 那就是用我二人的性命以及一世的修为做代价，所以今日你们是插翅难逃。”风雷二老高声喝道。此刻，他们的脸上满是狰狞的愤怒之色，因为准确来说，他们二人此刻已是两个死人。而之所以会这样，全都是楚风所逼的。以生命为代价来开启阵法吗？难怪，难怪这风雷二老说着，就算死也要让楚风陪葬。 听得此话，莫说是楚风，就连围观之人也是大惊，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所谓风雷杀阵的厉害。此时此刻，无论是手握王兵的楚风，还是来自修罗灵界的蛋蛋，那种强大的威势都完全被这风雷杀阵打压了下去。眼下这片天地最强的只有两人，那便是以非人类形态的风雷二老，似乎他们二人就是主宰这方天地的神。 他们要谁生谁就生，他们要谁死谁就死。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诛仙群岛。尽管只是派了两名七品武军看守此处，但是这两位显然不是泛泛之辈。楚风目光闪烁不定，他彻底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楚风，事到如今，只能拼命一搏了。你可愿意？蛋蛋也是退到了楚风的身旁，笑眯眯的道：“人家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只为了拖我下水，我又有什么是不敢做的呢？大不了就是一死罢了。只是我不想牵连他。楚风说话之间看向了下方的紫菱，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种可能。论起拼命一搏，难道楚风会怕了风雷二老吗？他们能以性命激活这风雷杀阵，可是楚风若是牺牲性命，那放出来的东西可就不止一座大阵这么简单，那绝对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因为那是灾难。 本章完，第八百一十九章孤立无援。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楚风体内的另一只界灵怨气滔天，暴力十足，并且他的修为没有被封印，若是放出来，一定场巨大的灾难。只是，若是那样做的话，不仅楚风要死，恐怕在场之人都要死，甚至东方海域的很多人都要死。而偏偏这里。 却有着楚风不想牵连之人，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楚风还不想走这一步。你想多了，有本女王在，还不至于让你走那一步。那是你家人留给你的底牌，但不是让你了结自己生命的底牌。似乎看出楚风所想，淡淡不由甜美一笑。淡淡，那你有何办法？楚风问道。嘻<西>，淡淡先是一笑，随后道：“本女王之前不是说过。” 我可以将我的力量转借给你吗？得到本女王的力量，再凭借你现在的实力，应该能与这两个老头周旋。只不过，以你现在的修为和肉身，哪怕我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之力量的狂暴程度，但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致命的损坏。所以，你小子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那事后的反噬可是致命的。你若坚持不住，可能会死哦。说这番话的时候。 尽管蛋蛋的语气是笑嘻嘻的，可是却也有着担心的意味。事到如今，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来吧，其实我早就想感受一下蛋蛋你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了。楚风坦然的笑了，说话之间已经张开结界大门。嘿，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蛋蛋得意一笑，随后娇躯一纵，便回到了楚风的体内。嗷！就当蛋蛋进入楚风体内的那一刻。 一声比厉鬼还要恐怖的鸣叫，便猛然在楚风的体内爆发开来。紧随其后，楚风的体内开始涌现出暗黑色的气焰。那气焰先是覆盖楚风全身，随后开始急速变化。本是黑色的气焰，竟然化作一道道黑色的符咒。那符咒光芒闪烁之间，便犹如一件黑色的铠甲一般，覆盖了楚风的全身。甚至就连楚风手中的王兵银龙枪，此刻也被那黑色的符咒包裹。 硬生生的化为了一把黑色的长枪。可别看银龙枪被黑色气焰萦绕，但是力量不但不减，反而在此刻暴增。不仅仅是银龙枪这件王兵，最主要的是楚风整个人的力量比之先前强大了数倍，甚至已经隐隐间压过了那虚幻形态的风雷二老。怎么回事？这个家伙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掌握了那只界灵的力量？在场之人不是傻子。 凭借感觉也能分辨出，此刻萦绕在楚风周围的黑色气焰，乃是来自于淡淡的。这小子好是怪异，以他的修为，怎么可能得到戒灵的力量？事实上，不只是围观之人震惊，风雷二老也同样震惊不已。因为无论是从修为还是体质来说，楚风都应该无法承受戒灵的力量才对。两个老头，就让小爷来会一会，你们这风雷杀阵到底有多了得？ 这一刻，楚风眼中寒芒涌动，整个人都是信心倍增，因为此时此刻，他能够感觉到蛋蛋的力量有多强悍，那简直就是一种无所畏惧，宛如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当真是强到了超乎楚风的想象。尽管出于某种限制，蛋蛋还未将真正的力量给予楚风，但是至少眼下，楚风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质的提升。轰！突然，楚风动了。 他这一动，连那风魔沙阵都是一阵颤抖，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正自楚风的体内散发而出，就连花谷之外也是一阵山摇地动。小子，休要猖狂！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我们就让你见识一下这风雷沙阵到底有多厉害。而已经丧失了生命的风雷二老又岂会怕了楚风？他们一同出手，在风雷交织之间，便与楚风站在了一处。 隆隆隆！龙龙龙一时间，轰鸣四起，涟漪四射，天上地下皆被那狂风、奔雷以及仿佛可以吞噬一切的黑色气焰所占据。三股力量充斥花谷上空，偶然一道余波横扫而下，都根本无人能够抵挡。所过之处，万物皆碎。三人的交战的确激烈异常，但是哪怕再强，也定然要分个胜负。经过一轮交战之后，很快便有了优劣之分。 手握王兵，得到修罗之力的楚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力压风雷二老，将那分别有风力与雷霆凝聚的两道巨大身影给逼得连连败退。该死！这一刻，风雷二老的脸色异常的难看。尽管他们早已非正常的形态，但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他们脸上的愤怒与不甘。自己苦修多年，所练就了这需要以性命才能激活的风雷杀阵。 如今竟然不敌一个毛头小子，这叫他们如何能够甘心？子家众人听着，将尔等力量全部灌输于大阵之中，助我二人铲除这逆子。否则，若是我二人败阵，那么尔等也休想活命。无奈之余，风雷二老突然大声喝道：“竟向子家之人求助，不是吧？风雷二老真的支撑不住了吗？他们以性命为代价才获得此刻的力量，竟也不是楚风的对手。” 尽管早就看出了谁强谁弱，但是当风雷二老说出这番话后，人们还是倍感吃惊，因为这足以说明楚风强大到了何种地步。这位名扬东海的年轻人，果真不负绝世奇才之名。子家众人听令，将所有力量毫无保留的输入大阵之中，不从令者杀无赦。就在这时，子家家主也是开口了，因为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尽管在得知楚风的身份后， 他也非常忌惮，可是事到如今，他却别无选择，唯有拼命搏之，否则等待他们的唯有死亡。嗡嗡嗡嗡，在子家家主开口之后，子家众人自然是不敢怠慢，一个个拼了老命，开始调转自己的力量，全力投入到那大阵之中。而当那一层有一层的力量不断汇集到大阵中之际，风雷二老身上的风力与雷霆也是越来越强，整个人的气息也是开始在此刻攀升。 再度出手之际，顿时虚空瓦解，风云变色，就连楚风此刻所具备的黑色气焰也被逼退，他们竟然开始反压楚风。哈哈，臭小子，你在此处孤立无援，而我们却有子家全族相助，我看你如何胜我二人！力量增强之后，风雷二老阵阵狂笑，他们能够看出，此刻的楚风虽强，但绝对已是极限，所以。 楚风已是必败无疑。嘿，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嘴角突然掀起一抹冷笑，随后双眼竟然变得血红，冷冷的道：“你们确定我是孤立无援吗？”你……而看到楚风此刻的变化之后，先前还异常兴奋的风雷二老顿时面容一僵，身躯一颤，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已是由心而生，渗透全身。本章完。 第八百二十章，该不该杀？小说《修罗武神》，作者：善良的蜜蜂。此刻，楚风的双眼血红，宛如烧红的钢铁，绽放诡异光芒，又似地底深处的岩浆，具备着毁灭的力量。很快的，楚风那由暗黑色气焰所形成的的铠甲，也是浮现出道道火红的裂痕，就宛如一条条烈焰形成的江河，在那黑色的土地上。 以不同的路线奔腾流淌。最主要的是，在这种变化之下，楚风的气息竟然再度增强，一层又一层黑色气焰所形成的强势飓风，正自其体内席卷而出，肆虐之间，连那封锁这片天地的风雷沙阵也是摇摇欲坠。你们说我孤立无援，但我可很清楚的告诉你们，我楚风从未孤立无援过，因为我的体内一直有着一位与我并肩作战。 同生共死的女王大人，轰！突然，楚风手中的长枪对着雷老猛然一扎，一股暗黑色的光柱便自枪尖爆射而出。在那恐怖的威势之下，只听“砰”的一声，雷老的身体竟然爆炸开来。且在那满天的雷蛇四散之间，雷老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小，到的最后，那雷蛇竟然开始消退。而伴随雷蛇消退的同时，雷老的气息。 也是随之彻底消失。翁与此同时，那风雷沙阵的力量竟然也是瞬息减少一半，失去了先前的坚不可摧之感。轰！见状，楚风手中的长枪对着天空一挑，又是一道暗黑色的光柱爆射而出，宛如倒射的流星一般射向天际。只听轰的一声惊天巨响，竟直接将那风雷沙阵捅破了一个大窟窿。紧随其后，那风雷沙阵的光芒。 开始越发暗淡，并且崩碎瓦解。这座由风雷二老以生命为代价才激活的风雷沙阵，竟被楚风击破了！该死！这一刻，那风老忍不住大骂一声，因为他知道，之所以会这样，那乃是因为在楚风刚刚的一枪之下，已将雷老击杀，所以在他一人存活之际，风雷沙阵力量减半，自然抵挡不住楚风的一击。老东西！ 你这风雷杀阵也不过如此，想拖我下水，了结我性命，下辈子吧！哈哈！此刻，楚风手握长枪，大笑连连，那刺耳的笑声之中充满了讽刺之意，讽刺，异常的讽刺。两位堂堂修炼了几十年的七品五军，不但不敌一位三品五军的年轻人，更是被逼的自断未来，以性命为代价，激活这所谓修炼了几十年的风雷杀阵。 可是到的最后，不但依然不敌，更是被其当众破解，这震惊了众人的同时，也的确丢尽了他们的脸面。狂妄的小子，老夫和你拼了！那封老气的浑身都在颤抖，面容都变得扭曲，如同爆发了的猛虎，夹带着强大的威势向楚风压迫而来。这是想要进行最后一搏。然而，对于这封老的最后反扑，楚风却只是轻蔑一笑。 手中的长枪再度挑动，黑芒爆射之间，那风老的身体便被洞穿，彻底消亡在了天地之间。此刻，风雷沙阵已被彻底破开，莫说子家，就连整座花谷都是狼藉一片，地上尽是大小不一的深坑，甚至不有连绵出数十里的裂痕。这场大战当真是造成了不小的破坏。然而，在这夜空之下，却异常的安静，因为所有人都被楚风的强大手段。 所深深的震慑住了，甚至有人还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毕竟楚风表现出的战力实在太过不可思议。快逃！突然，一道满含惊慌的爆喝响起，紧随其后，子家残存下的所有族人便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头也不回的便向远处逃窜。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之后，他们自知根本无法与楚风抗衡，所以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便只有一件事。 那便是逃，今日子家之人休想安然离开。然而，楚风岂会给他们逃走的机会？只见楚风冷哼一声，一股磅礴的紫色结界便自其体内暴涌而出，竟比先前的风雷沙阵还要迅猛。眨眼之间，便封锁了花谷之外方圆百里的天地，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关押了起来。轰隆隆！而在做完这一切后，楚风手中的长枪猛然挑动。 在一声巨响之后，子家族有近百人便被轰成了粉碎，甚至连一道惨叫都还没有发出，便已化作了飞灰。死！敢挡我者都要死！紧随其后，又是一枪横扫而来，顿时天塌地陷，土崩瓦解。眨眼之间，又有数百人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吞噬，飞灰湮灭。好狠的手段！这楚风今日是要赶尽杀绝，将整个子家覆灭啊！ 见到这一幕，所有围观之人都反应过来，因为他们发现楚风出手不但狠辣，且准确，绝不伤及无辜，针对的完全是子家之人。究竟是为何？楚风与子家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竟然要下这般狠手？眼见着楚风要屠掉子家，一些人内心开始猜测起来，当然，他们也只敢在内心呼喊着“为什么”，他们不敢说出来。 因为在见识过楚风的强大之后，他们对楚风早就深深忌惮、惧怕不已。楚风，不要，不要再杀了，饶他们一命，给他们一个机会吧。他们毕竟是我子家之人，说到底也是子林的亲人啊。然而这一刻，子林的父母竟然腾空而起，竟半跪在楚风面前，替子家众人求情。楚风，求你看在灵儿的面子上。 给我子家之人一个机会。与此同时，又有几道身影飞掠而起，跪在了楚风的身边。这几位子家人，楚风都不认识，但是从先前开始，他们却站在了子林等人的身边。子林对他们也不反感，看样子应该是子家之中少数支持子林的人。哼！对于这一幕，常人或许会动恻隐之心，但是楚风却是冷哼一声，随后将目光扫向众人。 我与紫菱真心相爱，子家却狠心拆散，更是将紫菱父母软禁，以我等性命逼迫紫菱嫁给慕容寻，而这些却只为他们的一己私利。这种自私自利，甚至不惜以他人的幸福为代价，而为自己谋得利益之人，诸位倒是说说，他们该不该杀？本章完。